唔系呢度咩？Hello，Hello，各位好。哇，哥哥叻，即刻即刻翻位。系啊，唔系呢度，过去过去翻位。系啊，唔系呢度。系啊，嗰啲系啦。你睇下哥哥叻，哥哥叻，唔系啊。嗱，哥哥就叻啦。哥哥叻，哥哥叻，你睇下哥哥，哥哥几叻。系啊，嗱呢度就叻啦。系啊，肚饿系咪啊？要罐罐系咪啊？呢度嘅。系啊，叻啊！哥哥咧，識得留喺度。哥哥成叻嘅。好，咁啊，各位好，嚟到龍馬唱文更新時間啦。咁我唔記得講。咁我哋今日咧就取高達啦。今日等啲啱啱飲飽食住先。係啊。啲唔係嚟嘅，哥哥中意食果粉。包包皮，超滑猫猫皮。啱啱發現有個地板咧，有一格格地板咧，磨到面嗰陣咧冇曬啦。好嚟啦，再次同大家打個招呼，咁咧就。各位好，今日呢就会不会有封烟呢就未知。咁呢我就先呢就睇下先。咁呢就开下留意先。
开始。咁呢，我就相信係冇问题嘅声，我相信冇问题。咁 anyway 啦，我开定先个声。我先开定我部机手机嘅声，咁一阵间有 message 咧，咁啊，瞓醒可以随时打嚟。留定个言先，开紧手机，开埋个插蒙佢。咁啊，今日咧，我哋整呢一个风铃嘅高达啦。咁啊，就呢盒咧系另一盒系未开嘅。我哋有已经时间关系咧，已经有一盒咧已经整好咗啦。开紧手机开。马车会唔会打上嚟讲 Happy Birthday？ 咁啊就等架马车啦。但会瞓醒啦。咁啊，今日我哋整乜嘢咧？咁啊呢只风整风铃啦。咁啊风铃乜嘢嘢咧？就系话说咧，之前我哋喺节目上面就已经系做咗打磨啊。咁跟住咧，我上个礼拜咧就油咗油啦。咁而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就可以是砌风铃了。那照计就应该闪身就完成的。设好个 cam 先。那么话实话呢，那么刚才就有些所谓技术问题呢，技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本身已经设好了的。跟住咁啊，臨開始嘅時候，咁啊手就基本上都會 check 下有冇 Windows update 啦，因為 what update 咧就有啲奇怪現象發生。咁啊，跟住咧就發現佢依然有 update 喎，咁啊佢仲要我 reboot 喎，咁啊咁雖然就好似一切正常嘅，咁但係咧就以免咧之後無啦啦有啲咩狀況發生，咁我就喺開始之先就 update 佢啦。咁啊 update 咗 update 啦，咁跟住咧就就等好耐啦，技術問題就係單純就係咁。咁啊，跟住佢話切勿關機喎，黑咗畫面，有個字寫住切勿關機喎，咁啊只能夠呆等，咁啊就等下啦。咁所以咧就咁啦。睇下先，咁咧，呢個說明書去邊？雖然理論上唔使說明書都砌得到嘅，不過畫面有個說明書好似好啲，冇理由就係 God 跟等啊嘛。喐揾到啦，仲要係唔小心一揾到，揾到兩本。咁啊，呢個禮拜就～勤力喺度
處理啦，整理啲模型啦，咁啊就加油啦。啊話時話咧，咁我就預備緊咧，準備緊咧就開新班。咁啊，我自己教室日語教室咧，咁啊開啲英國時間嘅班。咁啊香港咁人喺香港開英國時段嘅班啦。咁啊即係我凌晨會上堂，開凌晨班。香港嘅班都諗下開下，咁啊呢期係一個微妙地一個奮鬥嘅心情，都可能係我呢期節目嘅主題，嚟嚟去都係講呢樣嘢。好，咁咧，等我一等啊，咁啊，照計就 setting 就冇問題。咁咧，咁啊，JK 就話頭先就講咗啦，咁啊，會唔會打上嚟講 Happy Birthday 咧？咁樣樣，睇翻呢邊先。我而家換咗新 iPhone 咧，終於換咗新 iPhone 咧。相反佢成個熒幕都係，即係佢成個機嘅闊度都係個熒幕咧。咁相反有個位唔有樣嘢唔好習慣咧，就係會 high 到啲邊。我好想佢有個一嗰啲叫做 dead zone 咁樣樣咧，你可以設定到，例如最邊緣位置或者係邊緣幾多，其實譬如話5mm 或者3mm。是掂到都不會 touch 咧，即係唔會有反應咧，咁就好啦。即係你可以 setting 啦，咁啊就最理想。其實好多時候最邊緣嗰幾 mm 嘅位置咧，好少走去撳嗰個位置，機率極低啦。咁啊冇乜嘢喺嗰度。如果佢可以將最邊緣嗰位置，你可以得 set 佢做 dead zone 咧，咁就最理想。咁啊 JK 問有幾多盒風鈴？兩盒啫。咁啊，生日球鞋之前買多咗盒都賣咗，我都有諗過呢一個問題。咁啊，生日球鞋係咪因為睇咗 blog 所以好熱血？都唔係單純呢一個嘢，即係呢期整體都係呢一個方向。咁咧，手頭上我呢度見呢啲咧，就係噴咗燒光嘅呢啲。咁啊，做咗薄嘅陰影啦，做咗燒光。咁而跟住主體呢一度呢啲咧就立立印就未做燒光嘅，不過唔知道畫面見唔見得到。咁其他嗰啲部分咧就諗住砌咗先咧，之後先一次過就燒。咁我哋就不如由腳仔開始砌起啦。哇！咩嘢貓貓事啊？我背住只貓喺度。我兩隻風鈴咧，諗住一隻咧就普通咁整，一隻咧就改下諸如此類咁樣樣，即係諗啦，諗就咁樣諗，最後就未知啦。咁呢個盾咧，佢兩隻色嘅，咁我就做咗遮蓋。咁我而家咧就最緊張幾下啦，整緊啱啱 OK 先？咁啊個遮蓋順唔順利，成唔成功咧 ？OK 嘅。要搣走佢先。咦，唔系喎，遮漏咗一个位，低能。冇理由噶，见唔到张贴纸。
好，雖然失敗，不過咧都應該都不難處理。好，呢個陣間先。有趣啊！好。腳仔就貌似多件，可以整咗先。不過腳咧嘅睇頭先嗰度都有啲透明件咁樣樣，好似呢一 part 係腳嘅。咁而我而家咧就將會上燒缸呢度咧，我整咗兩隻色嗰條管。咁啊，各位都要小心啦。透明件系特别硬嘅，咁啊，若果一啲神钳咧，就记得唔好攞嚟剪透明件啦。咁若果唔系咧，你把神钳就好快玩完。透明件唔裝住啦，好。大家有冇睇部落啊？覺得點啊？覺得好唔好睇啊？有冇介紹錯啊？足球又唔似足球噶啦，咁不過咧就唔係，即有唔足球嘅地方啦，騎呢嘅地方啦，即係咁講。我覺得咧就 OK， 即係一集一集咁追嚟睇，都覺得幾好睇。因為我發現咧，即係或者叫諗翻啦，即係譬如話近期嘅呢啲叫做新作咧，容易有 noise 嘅原因，即係咁呢一套嘢就冇乜 noise 啦。即係譬如話講風鈴啊，即係呢一個水星魔女高達咁樣樣咧，咁都可以理解嘅咧，就係即係我哋而家睇叫做追劇咧，追呢啲動漫咧，同以前好唔同。以前我哋可能即係若果你自己有跟開啲。即係啲渠道去睇翻啦，老實咁講嘅話咧，咁你就比較跟貼啲日本嗰個步伐啦。即係譬如話講動漫基本日本先啦。咁若果你冇渠道去，或者你冇習慣去跟開呢啲咁樣嘅叫做方法去，即係你冇特別方法去跟到日本嗰個節奏嘅話咧，我想或者多學即是大家明白，即是個人數可能會冇咁同步囉。即是要係嗰啲可能大家都係睇開侵權，直接咁講。咁呢啲咁樣嘅方向呢，咁你先至有共同嘅話題咁樣。咁而家就唔係啦，即而家譬如話 Netflix 咁樣，咁比較大眾化啲，同埋亦都唔需要，亦都係叫做正式啲咁樣啦。好，这个、呢一個咧就十分成功啦！呢、这個咁咧，大家就可以一個正常嘅渠道咧，就可以睇到比較新嘅內容。
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嗰啲而家譬如話有啲咩惡搞啊嗰啲咁嘅，或者造圖嗰啲咁樣咧，咁啊大家呢一個全世界一齊做，即係括住咧全世界啊！即係如果你話譬如假設以往嘅狀況，咁即使有譬如有啲嘢咁樣人哋惡搞咁，可能你都冇咁 touch， 即係冇咁有感受。即係唔會即時咁攞嚟傳，又或者攞嚟傳到人哋都唔知講緊乜咁樣樣。咁而家就容易啲。咁啊，blog 就似人生目標指導課程咁，去到邊個階段要點樣鍛鍊心靈都係。其实我就几饿足球动画嘅，我经常都话咧，即系我喺Netflix 嗰度咧，咁会成日开到啲动画啊、啲剧、啲日剧嚟睇，总之有日文嗰啲就开嚟睇，因为呢个即系我嘅工作啦，咁样可以咁讲。咁我咧就會令到自己咧就喺呢一個人與環境嘅世界裏邊嘅。咁樣咧？咁奇怪。一定是这边的。这边不正确位。调转了因为。但是。那动画那些呢基本上我都会开嚟睇咁样样，咁啊尽量都开嚟睇咁样样，咁啊有时有啲睇到都冇乜特别好睇噶嘛，总之就有就揿咁样样，咁啊我系唔中意篮球，咁篮球嘅动画我都会睇，不过好夹硬逼自己睇，听咯咁样喺度播，啊冇乜 feel 对啲篮球，咁我想有啲足球嘅动画可以睇下，咁啊有得睇，咁啊几好睇。咁啊，睇下先，《山之复星》就一般咯，唔系唔好睇，但好明点解掀唔起。我冇睇《山之复星》，可能系咪香港和啊？冇弹出嚟，如果我跟住我转身，我唔记得咗。其实《山之复星》我以前细个冇睇嘅。可能因為如果你話睇即係叫做啦，睇靚女嚟講嘅話咧，咁佢又唔入我嘅，即係唔係我嘅喜好啦。即係佢嘅畫風，佢嘅畫咁樣樣，就唔係幾係我中意嘅女仔嘅類型。咁啊，係著得小布咁樣樣咯。咁我又唔係咁特別鍾意，即係話睇女仔嚟講，咁都冇乜特別喜歡嘅感覺，咁所以呢就冇睇。好，而家呢就試下砌下啦。我而家喺度砌嘅时候都一路喺度考虑一啲嘢咧，即系譬如话我呢条管咧系金属色嘅，见到咁我跟住喷烧光嘅时候咧，可能都要遮一遮下佢。咁啊，一路整嘅时候都谂下点样处理。咁啊，同埋本身里边有个透明件嘅，透明件我冇砌啦，咁所以呢度都冇拍实，因为我之后都要撬翻开佢。
跟住有啲舊戲啊嘛，咁啊，跟住我又唔小心篤佢咁樣睇睇誒，開翻柯南嚟睇。細個我都唔係中意睇柯南，不過而家大個睇翻我試下睇，我都係唔係中意睇。不過依啲舊嘅動畫，而家其實好難睇得翻轉頭，唔啱睇嘅簡單嚟講。呢、这個唔得，呢個再分開整。所以，嘿嘿嘿，不好意思啊。再去先，小腿，小腿應該冇特別嘢加啦。少少污糟咗，不過咧，呢只 H G 咧，其實整嘅時候咧，那個感覺咧都會係急啲，即係譬如喺噴油嘅時候，單純就係因為佢係個 H G。咁而家拿起上手有啲咩砌下啲咩啦？
生日群有問有冇多咗學生啊？點解咁樣講？因為我冇開，簡單嚟講，因為冇特別開新班，所以咧就冇乜特別。咁啊，不過嚟緊就開下新，開多啲新班。我覺得其實照計應該可能係會多咗人學，都會有興趣學都未定。咁我都所以各種意義上咧，我都應該勤力啲開班。最單純是因為我覺得我教得好咯，咁想學嘅人，若果都可以有一個好揾到一個好嘅服務，又或者係可以有一個好嘅地方，等佢有一個相應啲嘅成果，即係佢所付出嘅可以係有較好嘅回報，各種意義上。咁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係如果譬如話有，因為都經即係咁多年啦，都容易會遇到一啲狀況嘅，即係啲 case， 譬如話佢可能就俾咗好多時間、好多金錢咁樣樣，咁但係咧個成效唔好，咁當然咧成效唔好，可能有好多因素啦，咁當然亦都唔少嘅狀況因素係教學嘅問題啦。咁我覺得好可惜啦。咁啊，覺得甚至乎可能如果你話養成咗壞習慣之後咧，咁啊你更加難改，仲衰過冇學過，冇學都可能容易搞啲。但係你有啲壞習慣啊咁樣樣，又或者係你可能你之前你已經失咗嗰、那個嗰、那個第一下咧，嗰個叫做咩咧？嗰度氣啊，即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咁樣樣。咁你失去咗嗰樣嘢咧，即係嗰第一道氣咧，咁可能個感覺上咧都會爭咗啲。呢條腰。不過的而且確咧，喺人嗰個項目上面嚟講嘅話咧，即係人呢一個要素上面咧，咁可能會需要多一啲嘅叫做考量啦，即係或者係多一啲嘅簡單嚟講咧，就係尤其是係教育系咧，即係教學系嘅人咧，都會傾向咧，會將會比較有主張咧，即係好聽啲咁講。咁啊，比較有主張，咁當然咧，你冇主張你就冇嘢講啦，你冇嘢教啦，或者係咁相反就。冇主張就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咧，亦都相反咁講咧，即係有時有主張得嚟嘅，你會覺得你嘅係基本啦。咁當然我都認為係啦。咁但係譬如話嗰個唔同人嗰個嘅要素咧，咁可能會容易忽略啦。即係唔同人嘅個性嘅要素，或者係系啦，唔同人嘅状况要素咁样样，咁呢个有啲难讲。
虽然有啲都难搞嘅，即系譬如如果假设咁样讲啦，即系譬如话可能我嘅学生咁啊，譬如好似又攞翻好似Ivan 咁样样，因为我学生 Ivan 咁样样，咁啊我嘅全部嘅学生 Ivan 咁样样，咁我就应该难搞嘅，都应该比较难会有好嘅结果都未定。咁但系亦都会。遇上咧，又或者咁講咧，就係應對啲不同嘅狀況啦。又或者個彈性可以再大啲啊。今朝大香港，唔知大家有冇聽？今朝大香港就不算啦，都係唔講。咁啊，就 Sammy 就話啦，有冇睇過咧？就係一套咧，就叫《甲破隱法帖》。因為我有啲印象喎，呢套個名有啲印象，但我冇乜，好似個畫面係都屬於係靚嗰種咁樣嘅。咁不過我冇。冇睇，今日新咁啊，Sammy 話呢一套你印象深刻係指咩深刻咧？即係嗰啲套好睇。Sorry。啊，讲咩嘅呢套嘢？系啊，沙狗今次先讲冇做嘅题目系呢个，唔系，但系咧，我已经开始接受咗一样嘢咧，系咩咧？就系虽然可能譬如大亨可能会将呢一个咧，就系话新一代就系咁样噶啦。例如咧，或者假設冇咁誇張咧，但係會認為咁樣，但我堅持係認為唔係嘅，我堅持因為認為呢個係個人，呢個係人嘅問題嚟嘅。至少咧，即係點解我堅持咁樣認為咧？就係、是、至少我要咩咧？因為你如果你認定咗，譬如話，呢一代。就係咁嘅傾向嘅話，咁你可能會容易有個 default 噶嘛，即係例如話而家新一代可能係咁樣噶嘛，咁我咧就一嚟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呢個世界好絕望啦，對我嚟講，咁二嚟咧就係我要保持一個叫做咩咧，即係對我嘅學生一個公允嘅判斷啦，雖然我都唔會我會盡量不會定論一個人怎樣啦，咁即係你的狀況是你的狀況，咁但係唔會去有一個定論嘅咁樣嘅做法啦，咁但係我都會唔好被影響咗呢個個別嘅狀況，唔好影響咗我對呢個世界嘅。的理解，
我堅持新一代有很多很出色的人。不過一方面，這個都是教，即是教育，即是再這樣說，教育的一個堅持，就是，是的，先就，有希望。咁啊，就四十岁大魔佛即系与魔与被剑帖啊，话咩嚟噶？个名咁微妙嘅。咁啊，虽然话最中意，其实最中意咧就系呢一个甲贺忍法帖啊。咁啊，三个老师好乐观系，系咪叫乐观咧？佢有時候啲位咧，可能又要拆出嚟補油。佢係咪呢個係唔遮住嘅？佢呢兩個波裝。唔係波呢兩個裝，呢個唔係波裝，呢個裝。咁係外露嘅，可能要補油。佢出咗個引擎啊嘛，呢個出咗引擎啊嘛，咁啊嗰個引擎咧我就冇諗住買，一嚟我覺得唔係太靚，咪二嚟睇下佢咩價咯，如果話真係好平嘅，咁少少咪執嚟玩下咯，咁不過基本都唔諗住。我覺得佢魔靈嗰個背囊靚，雖然佢原始冇咁樣樣，不過但係如果你話將魔靈嗰個拍落都幾靚，雙盾啦，雙武裝揾多整多隻風靈，將佢個背脊或同埋啲裝備拍落。咁啊 ，JQ 就話啦，咁啊，老師中意咧就係風鈴個盾咧，就砌盾定係拆開當 armor 咧咁，咁的而且確係拆開好睇啲嘅，兩個都好睇啦，整兩個啦。
所以我而家摩尼嗰盾咧，我而家就咁啱就喺度，咁我就整咗一边。其实我是有啲盾，我系有啲盾控嘅，呢个未拆得住，呢个要喷咗烧光。咁呢个咧就佢有条金色嘅，我条金色我喷咗。咁不过呢个金色咧之后喷烧光嘅时候咧就唔好俾佢出嚟，咁所以咧就要喷咗先再拆。下次再同大家嘅开埋佢。咁一集就爆又冇乜特別嘅噴射氣算啦，係嘅。我就因為咁啱，我唔係追得太貼嚟睇嘅，所以其實我見到先，我係先見到商品，然後先睇咗嘅。咁先睇商品嘅時候，我都冇乜特別嘅好感咯，可以咁講。咁睇完之後就更加冇啦，好合理啦。一集就爆嘅噴射器，仲要講明係個粗製嘅。講明係粗製嘅噴射器，更加冇興趣。好，等等。咁而呢一只HG 嘅风铃咧，咁最通常见到嘅做法咧，就系将佢加长。不过呢一啲就口味嘅问题啦，我觉得太长又唔系嗰个感觉。即係加長條腰啊，加長小腿啊，咁樣樣，即係將啲關將即係最簡易嘅方法，將個關節拉寬佢，去做呢個效果咁。咁咧個人嚟講就一般，不過 anyway 呢個先整咗基本樣先。个形状系唔错嘅，个造型个线条，你买翻去爆啊！我粉丝话人棍机都系一扎包，有一只模型嘅。如果即係又講翻咧，即係而家同步咁樣樣咧，即係基本上係全球同步啦。咁啊 ，Netflix 嘅狀況之下咁樣樣，咁啊全球同步，佢啲商品全球同步，全球同步咁樣去推出，咁樣全球同步，大家買咁樣樣，咁啊幾好喎，我覺得，即係幾好嘅意思係有種一致的感覺，
有種係大家係一樣嘅感覺。咁而喺個官方嘅營運上面嚟講，我相信都簡單啦，同埋都好足啦，即係商品嗰個開發嗰、那個或者生產嗰、那個那個動作咧，或者嗰件事咧，可以有效啲去管理啦。即係譬如你以前咁樣樣，你以前雖然香港嗰啲翻版都跟得好貼，咁但係冇咁乜嘢噶嘛，即係冇咁一集咁樣樣，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咁樣噶嘛。咁你無啦出隻嘢，可能大家完全係唔知咩嚟嘅。咁又冇特別感情啦。咁雖然冇感情都會買咁。咁不嬲都係咁。咁又或者係會可能有時候有啲新嘅，大家唔知頭唔知路咁樣樣，咁有啲人知，有啲人唔知，或者可能知嘅，有啲啲我啲追我啲時代嘅尖端咁樣樣。咁 anyway 啦，咁而家普遍係個認知係高嘅話咧，咁啲商品應該都好賣啲嘅。唔知係咪亦都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容易掀起啲呢啲熱潮啦。又或者是即使冇乜嘢都好啦，即使呢一套咁嘅風呢套水星魔女，其實真係好冇乜嘢咧，冇乜特別咯。雖然話呢兩集有啲叫做有開始有翻啲少少嘢睇咁樣，咁但係因為有 fans 喺度，咁有 fans 喺度 ，fans 就求其都揾要揾要啲話題講下咁樣樣。咁都有个 noise 咁样样，咁阿摩斯话根本系玩具宣传片，其实高达可以话从来都系咁嘅。我哋而家咁觉嘅原因系因为我哋而家同步咗世界啫，其实应该呢个字都多咗啦，其实从来都系咁嘅。我哋而家呢个状况系更加能够体会到日本嘅国民嘅状况。嗰种呢种咁样嘅统一感咧，同步感咧，系以往是冇咁冇啦，叫做冇啦，唔系冇咁系冇啦。咁我哋叫做而家咧系喺异地嘅状况之下咧，就比较明显去感受到呢样嘢。咁我而家一路砌啦，咁跟住咧又一路都发现咧就系真有少少微妙，因为我将佢金属嘅部分咧。它本身黄色的部分呢，我将它分了两样，一些散气口形状的东西我就喷了金色，非散气口的形状譬如说空顶呢，我就用普通黄色，我觉得如果全部变成金色又不好看，虽然那只 Metal 云那只是将黄色变成金色，所以现在呢在冇分件去噴燒缸嘅狀況之下咧，咁噴完燒缸又要拆翻嚟再冚翻啦，不算啦。咁我哋節目就玩下啦。點樣整模型整得最有效率咧？這個真係永恆嘅乜嘢？雖然結論通常都係翻去嗰個位嘅，就係、是、其實總之整咗佢先。分別整咗先再砌咧。咁就最慳水、慳力、慳功夫、慳時間。乜都唔好諗。會有啲動作浪費咗咯。不過點樣都係有動作浪費。佢好似而家
即係譬如話你假組啦，先假組試下砌咗先，然後再成隻噴灰咁樣啦，一般其中一個做法，成隻噴灰咁，然後咧再拆翻開噴翻色咁樣樣，咁可以準確知道邊啲外露邊啲唔外露嘅，咁但係喺你拆翻啲嘢出嚟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工序。點都係會有啲點都係會有啲唔效率嘅動作，好難 perfect。咁而家呢一個位咧，咁樣我只若果我而家只腳呢個咁樣砌咗嘅話咧，咁我噴燒光咧，定係噴唔到。咁咧，所以咧呢個都係會剝咗先。不過算啦，我哋而家整住有個圓形形狀先。HT 的即是他做到个造型出来，但是毕竟呢个关节都是太过简陋。Pose 有限，不过 OK 的。今天就说马车大哥又失踪，明真这期红人哦，劲哦。犹如明星一样啊我挺喜欢他对鞋，他对鞋的大脚板这个挺有趣。其实整体佢呢个系列嘅，即系唔系呢个系列咧，应该就呢一只高达嘅造型，我觉得 OK。大髀圆氹氹啦，即系整体嘅小圆氹氹啦。唔知有冇有唔知大家知唔知有个特勤机甲啊？个中文个歌我唔记得咗，好似 Power Doll。Power Doll 是一隻以前 PC game 嚟，咁有啲靓，有啲女女啦，靓女女啦，不过唔系咩嚟嘅，咁基本系女女啦，同埋机械人啦咁样样。我几中意嗰个系列。虽然个大髀系超粗嘅，个大髀系。個雞髀成個雞脆咁樣嘅，個大髀係圓氹氹，咁啊膊頭又圓氹氹咁樣樣，咁啊瘦仔隻手仔同埋隻小腿又好幼咁樣樣，咁啊嗰個系列我幾中意，近排都好似有出模型，不過我就冇追，我冇買，因為好貴。但如果他翻隻 game 咧，我都期待。以前細個咧就嗰時真係好耐啊，以前細個未係識得玩太過即係未係太識玩啊。所以都冇乜點玩。印象不是太深刻，不過看回我覺得以前的畫靚，如果大家要去 search 一下 Power P-O-W-E-R 跟著 D-O-L-L-S 這樣，它的畫很漂亮，公海棠機械人的畫，我剛剛看到一幅
第五集嗰幅画几靓，虽然而家睇翻有啲旧嘅啲画风。我就问 Man 真系咪瞓紧觉啱啱？嗯，我做少少零件啊。命真去开工，命真会勤力噶。命真话揾食艰难，应该都未系太艰难嘅。要付出劳力咁解啫，咁合理状况嚟嘅。要开工先有得食。
睇上有條貓毛喺度。咁呢個咧就咁拍落去嘅，咁不過咧而家喺咪拍下啦，跟住整嘅時候咧就噴燒光嘅時候就會拆翻佢。係幾靚個造型。整模型其中一個過硬嘅地方咧，就係你因為你長時相對地會長時間去攆佢個。攆佢嘅，即系你望住个形状啦，咁一路砌一路砌咁去系形个形状，因为个形状会加深咗印象，因为加深咗印象咧，咁或者叫做即系譬如如果你譬如话睇高达咁样样，咁你唔会攆住佢嚟睇噶嘛，即系你唔会睇佢，咁即系你顶笼都系有啲片段噶嘛，喐嚟喐去咁样样，咁你会望住佢嚟睇噶嘛。如果望住佢嚟睇咧，咁啊望一路望住造型咁樣樣，即係譬如好似 man 針畫畫咁樣樣，咁你望住佢嚟畫，咁你對佢嘅嘢會加深個印象啊、輪廓啊咁樣樣，咁咧個味道咧或者係個感受咧又會再多咗一重。咁而我暫時睇佢個形狀，我覺得咁樣少少硬硬地係 OK。睇下先 ，man 真有才华，咁有钱，咁勤力，搞到好羞愧。我而家我目標下個禮拜睇下揾阿 Man 曾大佬聚一下，可能 Man 曾你睇下你都試下問下你先，睇下你夾唔夾到，夾到就一聚啦。咦？佢个下巴要分开，佢下巴要分开做烧光啊！哎哟，佢下巴分开要分开做烧光，我其他烧晒系个下巴，冇烧到。支角都要，同埋个头唔齐住。
跟住結果咧都係都係唔理三七一，總之噴嘅時候咩，因為有少偷懶啊，有少偷懶咧，燒乾嘅時候一隻一次過先噴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有唔同嘅件，咁所以咧就好似而家咁有啲簡簡介介嘅。咁啊而家一次過噴完之後噴又唔得，咁啊翻開噴咧，唯有再拍翻。有啲砌到，有啲砌唔到啦。而家嘅狀況就咁，我基本都做個形狀先啦。咁啊，幾好。都係要掹翻嘅啦，跟住。Hello，Hello， 喂，老师 ，Hello， Hello， 咦，马车喷晒啦，你好啊，系啊，大家好挂住你啊，我唔系因为我而家嘅生活有啲混乱，所以就。是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你的生活有点混乱，因为狗仔影响了你的生活的节奏。是啊，我现在因为夜晚要睡厅嘛。嗯。那所以就有得睡好睡。是啊。那刚好昨天女朋友在日本回来香港。嗯，佢又喺度啊嘛，咁變咗佢就係幫我睇住只狗仔，俾我瞓翻，三個鐘先。哎呀，真係辛苦曬啦！係啦，啱啱因為啱啱太攰。嗯。咁咧，我即係咯攰，咁樣又唔係好，我唔係好抵得眼瞓，因為咁跟住之後，咁佢又喺度，我就瞓咗先咁樣。哦，好啊，好啊，非常之好啊。係啊。相反我呢就是抵得眼瞓，我抵得眼瞓咧，咁所以咧就都系唔系好事嚟。我谂我人生之中最忍受唔到嘅就系眼瞓同埋热啦。好啊，好事啊！要瞓就瞓系好事，我都告诫自己，可以瞓嘅时候就瞓。跟住另外就是我現在開始玩這個 SD Golda。 欸，恭喜你啊，玩 SD Golda。 是啦，玩哪，你現在玩哪隻 SD 啊？即是那隻 game 啊， PS4 啊。哦，我們說了，我們說了沒贏。哦，你說是啊，是啊，你說買了是啊。我現在玩了。哦，好啊，怎麼玩成怎麼樣？是啊，冇啊，啱啱開始，係啊，但我都未係摸得好熟，覺唔覺得難？但係就難啊，特別係難喺邊咧？我覺得嗰個判定嗰啲好奇怪咯，最主要即係佢lock住人哋啊，係咯，嗰啲有啲奇怪咯，即係。那個叫做咩？即係嗰、那個譬如你鎖定嗰個目標，要轉咁樣嗰啲，我都好有啲難。我每次都唔係好自然嗰只 game。嗯，呢、這個都呢只 game 係有少少難。係，我都唔其實試玩嗰陣時，我已經有呢個感覺嘅。嗯。咁而跟住咧。你未來一玩下去的時候呢，就是有個分支了，就是自己玩呢可能有時候就太難，但是呢如果你譬如說你去網上，即是你開個 Warm 去 join 人的話呢，那呢可能就會太易了。開個 Warm 去 join 人什麼話聽不到？就可能會太易了。哦，是啊，因為現在的人即普遍 level 都很高的嘛，或者你可能你 set，系咯，咁而家普遍啲人都 level 都好高咧，咁就好似 Mon Hunt 咁样样咯，
咁 Mon Hun 你咁啱你遇到啲同伴好勁咁樣咧，你其實冇嘢玩嘅，係。哦，明白。但係一個人有可能有啲難，咁所以咧就不可惜啦，可惜唔可惜即係 P 我哋唔同步啦，即係我係 P 科，嗯，唔係我係 PC 咁樣。咁如果唔係我唔介意開一個新角色嘅，即係唔介意由頭嘅低 level 玩。哦，不過玩下咧，玩下幾好玩嘅啫，我覺得。唔係，咁係基於你對 SD 或者你對係咯對 BB 電視有愛咁樣。嗯，高達啦，所以高達你都追高，你都追高達嘅。係啊係啊，我中意啊，我中意啊。係咧。係我而家新嘅態度係逃避談論呢個新作啦。好啊，系我连名都唔会提佢。哦，好啊，好啊，费事好似咧成日都好怨妇咁样。我都明白，我明白你心情，所以有时候有啲衰嘢，我都算啦，我都系避开。睇唔唔系睇你唔起啊，睇你唔系冇错，睇你唔到，睇唔到就冇事啦。诶，唔系咁，我都有问我啲朋友，即系我都有问我啲比较中肯嘅朋友。嗯，我比較中肯的朋友，他的講法就是，如果即係點講咧，咪等到出曬先睇咯，覺得唔好睇就係啊，冇錯。咁我覺得好，即係中意咪出咯。嗯，冇錯。係啊，我又冇特別酸，又冇特別咩，即係已經冇咯，初初有嘅。不過咧，我頭先有講緊一樣嘢咧，就係話，我覺得而家因為我哋全，我因為而家係世界同步啊嘛，睇呢套嘢，所以其中咧有個我哋以前唔係咁體會得到嘅狀況咧，就係佢係咁出啲，係咁跟住套嘢咧去出商品啊。係係係。即係我哋以前因為你唔睇住佢咧，快咗少少嘅，但係我都嫌佢唔夠快，我都覺得輕輕係慢咗啲。嗯。但係都算快㗎啦，其實。嗯。係啊係啊係啊比起其他 Bandai 的商品計劃咧，今次算快咯。嗯，但系我有啲有少少有少少，即系点讲咧？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佢再出得快啲咧，佢就觉得喺我唔中意呢套嘢之前，逼我再使多啲钱。系因为其实有几样 item 咧，我系想买嘅，即系最初最原初嘅时候，包括嗰个女主角嘅 figure 啦，竟然嘅SHF 或者 figure 啦，竟然咁，我觉得今次个主角好核突咯，个样。唔系女仔啊嘛，系女仔，我系有好感嘅。啊，咁样。系啊系系，咁跟完之后，另外就系嗰只风铃嘅合金。嗯，系啊系啊，嗰只我都有留意过，不过都系算啦，我都系睇嘅，等佢出 MG 先，仔细。系啊。系啊，咁变咗，如果佢早少少出咧，就会咩咯？嗯，就净俾咗钱噶啦。嗯，我而家咧就转头去跑步，出咩咯？出咩咯？我都系算啦，唔买啦，咩都唔买，买。系啊，之前上一套咧，高达嗰个叫做系咪潜行者咧，我都唔记得，即系其实都系砌模型，跟住去第二个世界度打交咁样嗰、那个，系啦。对上一套系有只 Core Gundam 嘅，唔知道知唔知？哦，我知啊。即系有只人仔有只高达人仔，跟住加唔同飞机就会变成高达咁样嗰、那个。系啊，嗰个咧，其实嗰套作品咧都系有呢个情况嘅，就系咧。但因為佢有少少點樣講咧，佢有少少沉重嗰啲劇情，即係又去咗個異世界，咁開頭就覺得啊，嗰啲係遊戲嘅設定嚟嘅啫，咁樣嗰啲。咁但係後屘即係玩落先知道，原來嗰個異世界嗰啲人係真係存在嘅。咁所以咁跟然之後就即係主角佢哋發現原來佢哋異世界嘅人死咗咧，係會真係死嘅咁樣。咁跟然之後咧，嗰陣時都有即係啲人嘅討論，就係話覺得好沉重嗰個劇情。嗯。跟住之後都有人講話，即係覺得好係叫做咩好犀利啊！啲劇情啊，點嗰啲嘢。咁其實我嗰次都覺得麻麻地嘅，係啦。但係因為嗰隻高達我好中意。嗯。
咁所以就都買。咁而嗰陣時亦都有個爆買現象啦，因為實在嗰個商品嘅成個計劃同埋設計都做得好好喎。嗯。係啊，有隻 Core 嘅高達啦，即其實佢係核戰機嘅嗰個概念咁。嗯。跟住之後再搭唔同嘅飛機、唔同嘅裝備，咁然之後買爆咯，買咗嗰期我都買咗好多高達，買好多XT。跟住之後，今次有少少輕輕覺得，可以咁樣買法啦咁樣。同埋咁亦都比較慶幸就係、是、咁今次個最我自己嚟講我都係即係最中意嘅都係主角嗰兩隻高達啫。哦，係啊。咁變咗即係真係可以元氣咁樣去，我即係去睇咯。嗯。睇下先。我好憎佢講嘢窒下，可能係低能嘅。講緊乜嘢？講女主角扮埋沙。係啊，應該係啊。J.K. 话马车女朋友去完日本翻嚟，系啊，琴晚翻咗嚟，系啊，去咗两个礼拜，哇，佢好劲，自己一个，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好少自己一个去咁远，唔系即系去咁耐去咁远嘅，系啦。跟住系啦，哇，琴日好劲，我第咁大咧第一次咧买花去机场接佢，哦，去点解你买花去机场接佢咧？冇啊，咁我又未送过花俾人啊嘛，嗯，咁咪横掂都系咯，咁咪做咯咁样。呢个环卡先 ，J.K. 问风铃有只合金，系啊，风铃有只合金啊，未出嘅，迟啲出。睇下先，估错即系话佢话趁下热闹都几好啊，估错都唔紧要，都系个过程咯。唔系啊，其实我冇睇啦，已经系啊，因为。其他嘢我可以趁熱鬧嘅，即係或者譬如其他動漫嘅嗰啲影視作品啊嗰啲，我都有趁熱鬧嘅心態嘅。例如大家完全冇講嘅死神啊，死神出咗新嘅叫做咩啊？新嘅動畫化啦，嗯，係啊，我都有睇，係我但係我都係今日先發現，所以我今日先開始睇，嗯，係啦，咁死神我都有睇啦，係啦。咁唔係臭熱鬧，即係死神我都有睇，又俾機會有睇啦。但係高達我真係唔會，高達我期望值好高嘅，因為其實每一套我都期望值好高。所以咧，其實上一套咧，我已經係有啲唔開心噶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對我嚟講，哎，死啦！话咗唔讲，唔讲又讲添，唔紧要。系啊，约拍台讲埋今次唔讲，系啊，因为咧，我真系停咗，我去到第三集打我就停咗。咁当然我每、嗯、因为我身边好多人讲，所以我大概都知道，嗯，即系今个礼拜有咩事啊嗰啲，嗯，系啦。咁跟住之后成日都好唔好咁样咧。我啲 friend 即係可能有啲朋友有講，啊阿媽啊，或者點樣點樣啊，又或者好睇翻啊，又死人啊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好下意識咁樣講咗句，咁點啫？報仇你啫？定係唔報噶？嗯，係啊，係啊。跟住之後，所以係咯。咁咪等迟啲先咯，系，即系又唔系话咩唔俾机会啊，乜乜食唔系嘅，系啊，咁去到最去到尾，我都系中意睇高达噶，嗯，系啊，同埋我都系中意高达噶嘛，咁如果咁样唔俾机会啊嘅话，咁我咪即系我会觉得好唔好咯，嗯。系啊，咁但系，而家呢一刻呢一个咩，我就未 O K 咯，即特别系嗰个全世界都话，哎，劲啊劲啊，好睇啊，嗰个状况，同埋因为咧，之前譬如我讲上一套咧，我话我觉得唔好睇，但我都买咗好多玩具嘅原因咧，系、因为上一套我觉得个玩具好吸引，嗯，系，即对我嚟讲个玩具好吸引啦，咁今次。
今次唔係真係好吸引啦。第一，第二就係、是、係咯，我情感上又唔係特別支持。嗯，但係你都你，但係可能你都，我冇諗過你會買配角機喎，即係個肥仔。我中意啊，中意嗰只啊。嗯。我初初睇嗰個叫做咩嗰個設定嘅時候咧、嗯，我就已經覺得幾好。嗯。呢、這個好難到啊！呢、這個係啊係啊，其實佢係，但係淨係嗰一隻咯，因為佢有其他衍生型噶嘛。嗯。其他嗰啲衍生，即係有紅色啊、綠色啊嗰啲咧，我就唔中意。紫色呢只係莫名其妙，一開始睇圖就已經，對我口味喎、啊、咁樣。嗯。另外其實而家嚟緊咪出咗幾隻，會出幾隻新機械嘅。嚇、嗯！系啊，我哋上次側面我哋繼續講高達，嗱個個都講劇情，我唔講劇情。另外嚟緊出嗰幾隻咧、我都麻麻地嘅，其實。嗯。即係包括係嗰個粉紅色波波頭嗰個女仔嗰只啦，之後隻長槍嗰只啦，係啦，跟住之後另外嗰個男仔用 slider 嗰、那個，即係用係啦嗰個男仔嗰只啦，跟住同埋紅，其實都係嗰個肥仔咪出咗啲紅色嘅版本嘅，我就已經爭少少，即係點唔中意咯，嗯，係啊，係啊。跟住只狗屙咗屎啦！哎呀，车你要铲屎啊，铲屎官！佢已经好叻噶啦，因为佢识得自己去厕所，唔使即系对准尿片嗰啲咧，唔需要我操心去，唔使你去睇住佢咁样，即系唔使我即系另外再。在地下度清洁下嗰啲，咁系咯呢套啲机械人我都麻麻地，嗯，系啊，一谂起咧量产机配角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几多系。冇乜感，量产机而又配角机咧，嗰啲有感受嘅已经好少，即系会有兴趣已经越嚟越少。即系譬如吉姆啊、揸鼓啊 ，OK 啦。咁跟住配角而有量产嘅，唔系吉姆揸鼓嘅系列，有兴趣嘅，你有冇咩？谂下先。我咧有一個有興趣嘅，即係以前冇嘅，而家開始會有少少興趣嘅咧，就係嗰個Wing Gundam 嗰只，我唔記得咗個名係咪 Leo 定乜鬼嘢啊？迪奧雲啊，係咪？係咪迪奧啊？唔係人喎，係指緊嗰只綠色嗰只嘢喎。我知電視機啊嘛，即係嗰個頭係個電視機。係。系啊系啊，嗰、那个咧嘅啲人咪有只杜鲁基斯咧，嗯，杜鲁基斯都系好似即系好似系佢嗰个衍生型咁样，哦系啊，即系佢唔知点样拆开，即系个设定系拆开咗杜鲁基斯个样之后咧，入边会有个高达头，即系高达样喺度咁样，嗯，系啊，佢嗰、那个有个咁嘅。微妙設定，不過呢一個都係呢個 Torigis 都係咧，一開始咧我就冇乜興，一開始覺得奇怪嘅，唔中意，跟住睇下咧就越睇越好睇。其實高達好多時候都係咁，會容易發生呢一個現象，就係、是、唔好睇，睇下又好睇咁樣樣，睇慣咗就唔係同埋劇情衍生噶嘛，咁劇情真係好型啊嘛，都係嘅，即係啊，係咪叫薩古斯啊？係咯。真係好型咁，係啦。咁佢嗰啲理念又好好啊嘛，即係你會覺得係咯，衍生出嚟你會覺得好。其實去到最後我成日都講，去到最後係一個商品廣告嚟啫嘛。咁你商品廣告嘅過程入邊，大家只係點樣講好咧？
如果大家睇完嗰半個鐘頭廣告，係、啦，然後睇得開心，跟住落街去模型鋪買你盒模型，咁其實就贏噶啦嘛。嗯，係咯，咁而我，譬如好似 Man 真話，好多人討論新作咁樣，係即係點樣講咧？即係變咗我佢冇辦法，佢冇辦法去影響到我嘅時候，咁我咪唔買咯。嗯。唔買產品咯，係啊，咁解咯。咁有陣時點樣講？苦心係咪叫？即係有陣時我自己會有少少嗰種高傲嘅心態，就覺得扯完曬啦，即係網上邊話好支持，好覺得好好睇嗰啲網民，你哋會俾幾多錢出嚟買嘢啫？係啊，去到最後，去到最後，即係假設一個中意睇動漫嘅人，我對我鎖翻佢入箱咁樣。佢應該都係時候要冷靜同埋瞓覺啦。即係一中意動漫或者接觸動漫，會深接觸動漫嘅人啦，嘅年輕人啦，我當係啦。咁佢嘅會，我唔係話佢唔，我唔係話佢冇錢，但係佢會使喺高達度嘅錢，一定唔會夠我同阿老師嚟多啦。嗯。咁去到最後冇嘅，咁我都相信應該即係中意嘅人，即係都會有一批高達嘅 fans 係會堅持去買落去嘅，係啊。咁但係我同時間亦都會覺得會有啲人睇唔慣咯。嗯。其實我咧印象中咧，好似集文化學院咧一節係講水星魔女嘅，但係我未聽啊。嗯，係啊，我咧聽完佢，即係佢好似大概嘅內容定意思都係話點解會有人會覺得反感定係覺得唔好咧咁樣。嗯，係咁，所以可能都可以聽下下一個。係啊。系啊，咁点样讲？好似点讲咧？我哋，但系如果话对高达会有意见或者有感受嘅，可能都唔系好多，系咪咧？即系我哋本台主持嚟讲，主持嚟讲，我睇，譬如本因為本台主持都有中意高達嘅，我睇阿遊佢哋都中意高達噶嘛。哦。但係普遍嚟講，我見大家都係即係都係好評，比較多。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容易咬到一個位就係普及嘅咯，主持。嗯。係啊，即係可能我唔知係咪因為我頭先已經老一輩已經忘記咗呢個回憶啦。就係我哋以前細個冇咁點樣講咧，即係可能我哋經歷過Gundam Wing 個年代，我哋經歷過 Double O 個年代，我哋經歷過 Gundam Seed 個年代，有某幾套作品係好吸 fans 噶嘛？嗯，係啦，咁可能就係我。可能呢一套都係一套屬於一套好吸 fans、好吸粉嘅新作咯。咁定凡係好吸粉嘅新作，可能都會導致到老鬼有啲唔中意噶。嗯，咁我又係啊，我對佢有冇 fans 又冇乜興趣，即係佢 fans 對於粉盤有乜關係 ？M I 立場佢培養新嘅粉絲噶嘛？嗯。系啦，而譬如以Double O 為例啦，Double O 嗰陣時候我咁啱係喺學校啲學會嗰度，即係動漫學會嗰度識到，即係有啲朋友仔咁樣。嗰陣時係好多女仔睇 Double O 嘅。
超多，系啊，即系冇睇过高达嘅都会慕名而嚟睇 Double 咯。其实有少少似而家嘅呢个情况嘅，系啦，因为当年因为 Double 多仔啊嘛，嗯 ，Double 超多仔，系啦，咁啲女仔睇到咪开心咯，嗯，即系多男仔。呢個係有少少理想唔到啊！唔係咁，但係我覺得，但係老師你明白我意思噶嘛？即係四個，即係基本上得波近份冇女仔咁樣樣。係咁四個男，即係一開局嘅時候，四個男主角。嗯。其中一個男主角仲要係兩個人格嘅喎，有。嗯。另一個男主角係可以變性嘅喎，是男是女嘅喎。咪大咁喎嗱，Wing都系几好主角啦，系咪先？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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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咁又吸唔到。所以 Wing 都系有呢个效应噶。原来系咁。系啊，系啊，即系老粉呢、這个个个，即系唔同时代噶嘛，只不过系。嗯。系啊，即系总之点样讲好咧？呢一类特殊嘅属性啦。啊！但系鐵血係比較另類咯，鐵血可能真係太男人啦，因為即係真係去到唔美型啦，啲男仔已經係啦，咁變咗就冇咗嗰個效應啦，係啦，但係就譬如要啊，一隻波咁樣啦，男仔一多咧就多啲。我哋預想唔到個高達圈以外嘅 fans 去落坑一齊睇啦，咁樣呢個真係估唔到啊！呢、這個，嗯，有這樣的操作，譬如好似今次為例咁樣，我覺得都應該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即係都係有啲叫做咩啊？圈外面嘅 fans 咁樣去一齊去支持嗰個作品，去令到嗰個作品叫做乜嘢咧？去令到個作品多人討論咯，有個熱度咯。嗯，係啊，係啊，係啊。咁可能喺另類即係人雜物嗰邊嘅主持嚟講，佢哋會覺得。咁多人討論埋好事咯，嗯，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啦，多人討論唔係壞事嚟嘅，嗯，係啦，咁但係你開拓新嘅市場嘅同時間，點都要支持翻舊嘅 fans 啊嘛，嗯，要照顧翻舊嘅 fans 噶。不過，成日喺呢件事，我就單純啲，就單純好睇唔好睇。不過可能亦都咁講啦，即係你話好睇唔好睇啲，就係見仁見智咁樣啦。只能夠廢話咁講。係咯。嗰個品味唔同咗咯。可能係啦。我會覺得係，我覺得係品味。但係真係，我當佢校園劇睇都真係冇嘢睇嘅，講鬼嚟。我當佢校園劇睇都好多嘢。唔係啊，大家而家猜謎啊嘛。係啊。大家係猜謎啊嘛，係啊。係啊，咁樣。睇下先，我想講咩咧？唔記得啊，係我哋討論翻啱老師個問題，即係話有冇啲乜嘢雀仔機係即係覺得好睇或者中意？係其實我覺得咧，點樣講咧？即係係睇表現嘅，嗯，即係如果佢劇中嘅表現出色咧，係會加好多分嘅。啲啦。可能因為我係模型製作嘅愛好者，咁我咧就外形冇咁受影響。係啦，我外形優先啲嘅。咁當然咧，即係佢裏邊都有影響啦。咁大外形優先嘅意思係例如即係你嗰陣時都有諗過話想買 C 嗰只好威嗰只背景嘅。我呢世人應該都理解唔到佢。即叫做吉嘉啊，好似係咪吉嘉啊？咁我谂我啲成人都理解唔到佢嘅靓喺边度嘅，真系真好核突。有好，我通常系咁样嘅，即系
点样讲咧？先嗰啲怪兽都就系、通常就系剧情加成咧，即系我嘅话，通常就剧情加成啦。点样可以做到剧情加成嘅效果咧？通常嗰啲好出色嘅角色咧。用过咧，然之后个战绩好辉煌嘅话咧，咁就突然之间哇咗噶啦，即系配角机都好，咁啊，不过如果你咁讲，我捉制机啊，系我明，我明，即系例如有个其中一个我会有你所讲嘅呢一个咁嘅感受嘅咧，就系铁球啦，好好好，铁球你有冇睇零八小队啊？零八小队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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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头嗰只橙色铁球，系啊系啊系啊，咁虽然结果我都中意普通铁球多过呢一只。但是的而且確是在这个故事这个劇情里面令到我对铁球是多了加了分加了分的是 会正视回或者是会看回是我铁球都挺过瘾或者铁球都挺漂亮的这样明白明白我想想先不是其实零八小队嘛是很好的不过算了我讲这些真的很老鬼零八小队大部分都是出机来的嘛是没错因为他的时代问题是啊但是零八小队的机械很得我的心我想很得我的这一部心嗯是啊所以我都不懂说不是的近年来讲呢讲话说即系唔系啊？其实我几中意 Fred 噶，即系 Fred 嘅成个系统我都几中意，即系由开头即系零零嗰只 Fred 啊，由开头嘅普通 Fred 啦，跟住到之后出嗰只咩衍生嘅 GM Fred 啊嗰啲嘢，哦，系啊，我其中我啱啱我就系话咧，即使系零零咧，零零我整体都好中意嘅，但系咧佢啲。佢可以近乎系佢啲所有配角机咧，我都麻麻地。嗯，即系敌机啊，敌方嘅机我全部都冇兴趣，或者系嗰啲细机嗰啲咧，我全部都冇兴趣。零零主角机我全部都中意，咁啊，唯独系佢呢一个咧就唔得。零零嘅主角机，零零嘅。是的是的不是大大零第一部太出色了。嗯 ,X 啊。是啊是啊即是头四部头四部都太出色。嗯。是啊跟住变咗去到第二即是 season 二的时候呢就好像有少少争即是有些失色这样。嗯。都 season 二都 OK 的。嗯。是啦、啊。跟住。劇場版啦，零零 R 啊，零零 Q 啊，嗯，零零 Q 有好出色啊，零零其實整體嚟講，零零都係出色嘅，係啊，但係零零當年係都係唔少人投，哦係啊，零零有人投，零零去到第二季已經俾人哋質疑係暴走咁啊，劇情有啲。咁同埋去到最后打外星人，亦都有好多人不满啦。系啊系啊，嗯，系啊系啊，因为打外星人系都几嘢讨论嘅。嗯，因为嗰阵时讲过好耐，即系我听过啲高达老粉讲啊。就是他们觉得高达是应该是一个人同人的故事。是的地球的战争。是的所以高达恒常的讨论一定是要避返在人那里。嗯。是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就即如果打外星人的话就变成超重要赛。嗯。是的。但是我即是怎么说呢即亦都会有人去讲就是其实他尝试去做一件事就是那个人是不是只是普通的人是泛指所有有智慧的生命体的。嗯。是啊所以就会有这些不同的争论在这里。但我觉得都合理我老了去到最后好太满意我作为那个玩具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那个叫做玩具的那个叫做
即買家啦，係使用者啦，係啦。咁喺嗰個過程入邊爽，咁咪夠咯。嗯，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咯，但係就真係唔係個個，即譬如好似以新作咁樣為例，就唔係個個可以爽得到咯。特別咧，唔知老師會唔會咧，就係因為過去嗰我諗過去嗰十年啊，或者過去嗰十五年啦，高達太多好睇嘅嘢啦。然之後咧，反而跌翻去近五年咧，高達唔係好睇嘅嘢，即係對我嚟講係。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講緊仲有 Unicorn 嗰一期咧，好多好嘢睇。幾套啦，你跟住之前我哋有討論過Fantable 啦，跟住係啦 ，Unicorn 我自己中意啦，跟住當然 Unicorn 都有人咬嘅 ，Unicorn 都有人咬嘅，跟住另外就係、是、近年啲嘢就鐵血啦，係啦，咁變咗咧。我都唔知病帶上邊，其實係啊，即係究竟你係咪已經會放棄老 fans 嘅市場咧？佢又唔係完全放棄喎，係啦，因為佢都會出一套阿寶嗰套，即係出一套隔一年戰爭嘅劇場版喎。係啦係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咧，個觸及率好低啊！即我想揾機會睇，我都冇機會睇得到。哦、老師知我講邊套啊？即一年戰爭揸鼓嗰套係啦。出咗啦。我完全我想睇，我完全冇機會睇到。呢、這個都係其中個，所以冇咁容易有討論嘅原因啦。可以話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那個叫做乜嘢啊？所以當近年出一套閃光之黑煞位嘅時候，咪好開心咯、即起碼我好開心咯。因為有得睇。係啊係。同埋嗰件事其實都好 TVB 嘅，有熟悉嘅面孔啊，對我嚟講。有慣性收視，有熟悉面孔，我見到布拉度，咁我就開心啦，諗下。係。就係咁簡單。我都好簡單。其實我諗高達迷都好簡單嘅，真係。係啊，依老師，我想問咧，因為我而家啱啱開始打冇耐呢只 game， 咁就有啲錢。你覺得我應唔應該將啲錢去改造我中意嘅機械人，即係去加落去，定係還是覺得留翻先咁？之後就如果出現一啲即係中意嘅機，咁可以再加爆佢咁樣。你而家呢部机系你中意嗰部机系咩嚟噶？我唔系都系铁血嗰啲咯，系我而家有我而家一开始就有只第六形态嘅巴巴托斯啦，即系着咗装甲，有个鱼骨嗰个啦，跟住另外就有只肥仔啦，即系佢double O 嗰只肥仔啦，同埋有只嗰只橙色嗰只叫做堕天使高达，就系十五只。不過如果簡單嚟講嘅話咧，就係、是你而家投嘅嗰幾版咧，相對嚟講啲錢都唔算係好多嘅，即係佢每一版跌個比例上都唔算好多嘅，所以你可以你用咗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如果長遠啦，就係打後長遠嚟講嘅話咧，除非你係咁拆關啦，若果唔係你嘅錢應該係同一關再玩再玩咁樣，係啦。系啦，若果你唔系咁拆关咁样玩嘅话咧，去储钱嘅话咧，咁基本上你应该要集中一部机先。若果唔系就过唔到关嘅。哦，系啊，同咁而若果你觉得好用，即系若果你加入呢部机，你觉得你中意，你觉得好用嘅就 OK。其实我系将所有嘢就集中晒喺肥仔度。系，我就集中喺肥仔度。我差唔多第一弯主力都用肥仔，因为肥仔其实系视乎你一开佢，因为佢同 G J 唔同 ，G J 有得拣路线，有得拣你向边个方向发展，跟住就攞边部机械人，跟住就练去用佢咁样噶嘛。
但而家基本上我係睇佢行到邊一條故事，行到邊一個故事，跟住就攞到邊一隻機械人咁去先去練去用咁樣噶嘛。係啊係啊，即係你同埋你可以揀關噶嘛，你揀咩關咁你咪攞到咩機咯。但係我可以揀嘅關數其實係有限噶嘛。即係一開頭。誒係啊。系啊，咁一开头我都系逐关逐关打嘅。系啊，咁你定系咧？定系有啲关数咧，我系要重复打嘅。即系例如，譬如好似有关有 freedom 咁样，咁我系要会唔会打几次佢就可以出到只 freedom 俾我？定系还是我要喺第二度攞 freedom？ 会有佢有你唔知你初头呢度有未咧？佢啲关会有啲叠设计图出嚟嘅。咁如果佢有啲关叠设计图，咁你见到佢未够咁样样。或者有些關佢可能佢嗰啲寶箱咧，佢匿埋咗嘅。咁、其實你有，其實長遠即係整體嚟講，你都係會拆關嘅、哦，即係你都會拆關攞嘢嘅咁樣樣，咁樣咯。咁係啦。咁、但係集中去升一步咧，會好啲咯。如果唔係，你就要再拆多啲去儲錢嘅。因為我想用巴巴托斯，但係第六形態對我嚟講又唔係好吸引。哦，咁留住先咯。係啊，係啊。咁留住先。係、啊。集中升一步。當下卓翁先。小玲問風車高達嗰堆算唔算係雀仔機？係雀仔，但係佢唔係量產。係雀仔，但唔係量產。JK 問只狗係咪暫托會托幾耐？其實是我是暫托啊，但是就暫托到有人去 approach 他去即領養他回家咁樣咯。一般嚟講都是幾個禮拜啊，到一個月不等。不過而家出現一個新的情況，就是因為那個機構那邊他哋太多狗又照顧不下，跟住就所以他哋就跟我講緊話。可唔可以俾多一隻我去睇咁樣咯？即係一次過睇兩隻咁樣咯。咁你咧？係啦，咁你就 OK 啦。我應該都 OK 嘅，因為對我嚟講係一樣嘅啫，係。但係就其實睇個照顧嗰排冇問題嘅，但係出咧就可能有啲難度，因為即係力量。哦。係啊係啊，或者我哋。可以找一晚都討論一下領養這個話題，因為我近排都遇幾多即貓貓狗狗都有那些關我事又或者不關我事的一些領養的情況。哦，不如我們現在就講吧。是嗎？現在就講吧。領養有好好好。看先。小玲话睇 Tierra 变女人都正，哇！当年好多人讨论噶，即系都有好多梗啦，好多面貌。系，唔系我个 T， 因为呢个 Tierra 最奇嘅地方咧，就系佢爆甲啊嘛，第一次。系啊系啊。即系佢爆甲，肥仔爆甲嘅时候咧，好似俾人除咗衫咁样，那个反应咧，好低能。哇！原来佢会爆甲噶咁。系啊，唔系但问题是爆甲咪爆甲咯，但系佢好似俾人好似女仔俾人除咗衫咁嘅感觉咯，佢反应系都好失败咁咧，将高达嘅秘密暴露咗出嚟。系啊，我明白，咁但系佢个演绎系好似女仔俾人除咗衫咁嘅感觉咯。嗱，呢啲系 fans 向。Man 曾话佢最新都系睇《闪光海晒位》。系啦，系啊，好睇啊嘛，同埋。好睇啊嘛，即系一入嗰个气氛咧，明显就系阿 U C 就系唔一样。系啊，不过我讲呢啲就会俾人哋话我好老鬼咯。系啊系啊系啊，睇下先。J K 话闪光佢觉得唔好睇，系咪唔好睇啊？我觉得意识形态上可能觉得会有少少唔好睇咯，但系如果你讲。劇情啊、戰鬥啊嗰啲，我就都中意嘅。即係意識形態意思，即係可能劇入邊討論嘅一啲一啲場或者一啲可能輕輕同我哋嘅諗法或者理念或者同傳統有少少唔同咁樣咯。係啊，所以嗰陣時咧，唔知係咪咧，好似係有段時間有討論過，其實喺香港係唔可以播
即唔好播閃光哲學守衞噶嘛。因為有點樣講好咧？有違反呢、這個國家嘅嗰個安全條安全嘅問題入邊。嗯。係啊，咁但係去到最後，我嗰陣時已經同你講，切咁我最後個主角係反動失敗。是暴亂失敗的嘛，是啊，咁冇嘢，咁好符合維穩嗰個要求，係好啊，好係啊，咁睇下跟住之後咧，就係 Yelly 實質冇變，佢都係冇性別嘅終極機械啊，鋪咗兩個睇下先，其實零零打外星人其實一開始就鋪架，而鋪咗兩個獅神，就係預言話要對外星人、地球人仲喺度打字。點樣講咧？因為咧，輕輕點樣過啊？係啊，講一句啊，一句嘅啫。嗯，係點解？我覺得咧，過去嗰二十年嘅跟單，過去嗰係啦，二十年啦，我第一次用跟單 sheet， 跟單 sheet 好似係2002年啊嘛。嗯，用跟單 sheet 去做一個基調去。去講啦。點解過去嗰二十年嘅跟特咁好睇，而近五年嘅跟特我覺得唔再好睇咧？有一個最核心最大嘅問題就係、是、過去嗰二十年嘅跟特咧，我只覺得係同社會同政治緊扣。嗯，你覺得係同社會政治扣得緊？由 Sid 開始嗰個年代，面對嗰陣時係成日講好多恐怖主義啦，嗰啲咩種族啊、種族主義啊、恐怖主義啊嗰啲嘢啦，去爭論究竟有冇啲種族係優越啲啊？有冇即係以往就係講有冇啲種族優越啲啊？跟住又講。嗰啲所謂嘅一啲恐怖主義啊，會唔會亂咁去人發動攻擊啊，去襲擊人啊，破壞人家園啊，乜乜乜嗰啲嘢啦。咁去到 Destiny 都係討論呢啲啊，即係都係用恐怖主義嚟開頭啦，係啦，即係探討恐怖主義啦，係啦。跟住去到 Double 直情主角們就係恐怖主義啦，即係佢哋就係一班恐怖分子啦。嗯，但係佢哋係一班社會上面 cat 佢哋恐怖分子嘅人啦。嗯。俾我电影要一想就想不到你先。跟住然之后去到水，去到火星，去到跳跃的孤儿，我想讲火星的孤儿。系啦，去到跳跃的孤儿，咁系讨论嗰啲所谓嘅叫做独立唔独立嗰啲问题啦。嗯，系咁好似好几套跟抌作品。都同現實政治有少少緊扣、就算去到閃光海賊位咁啦，閃光海賊位好多年前估計啦。但係放翻喺現實入邊，即係放翻喺而家呢個世代入邊，你唔會覺得甩噶嘛？嗯，係啦。跟住一去到新作嘅時候咧，我就輕輕有少少甩咗啦。嗯。系个情况，个情况有少少似，有少少似跟谂 age 嗰样嗰阵时咁样咯。嗯，系啊，我会觉得有少少离地咯。系啊，咁但系跟谂 age 点样讲咧？跟谂 age 我都会中意嘅原因系因为跟谂 age 咬得好紧啊嘛，将仇恨值呢一样嘢。嗯，所以过咗咁多年之后，啲人闹。跟到 Age 咁样咧，我会觉得生不逢时啊！跟到 Age 放喺而家可能唔受欢迎。嗯，系啊，即系仇恨意思即系咩咧？亦都系即系叫做有张力啲咯，即系你个故事有张力啲咯，即系而家又讲翻而家咁，根本就冇嘢，即系校园里边有即系太冇嘢啦。嗱，就好似我哋攞翻本台嘅劇集《獨腳刀》嚟講，係，咁主角阿朱佢都係要復仇啊嘛，嗯，係啦，咁佢要復仇，所以佢就去拜大亨為師，係啦，咁佢咪有具體做緊一啲嘢咯，嗯，係啦，咁
係咯，咁我覺得仇恨係好好嘅，即係喺Gundam嘅世界入邊咧，仇恨係好吸引嘅一個主題嚟嘅，對我嚟講。嗯，係啦，係啦，係啦。咁明明一開始嘅時候嗰個仇恨鋪得好久咯。嗯，係啊，係啊，跟住咁大家就可能未報啫，時辰未到未報啫咁樣。咁係咯，咁我只能夠講嘅就係、是，咁希望你記得報啦。希望你報到啦，快啲報啦，系啦，希望你報到啦，受呢啲嘢最緊要都係報到嘅，系啊，唔係因為我好怕咧，去到最後係嗰啲即係開頭就冇諗過，唔係即係開頭就唔報仇，跟住去到最後就話原來唔使報仇嘅，嗯，又或者即係原諒你嘅敵人啊，擁抱佢啦咁樣嗰啲嗰啲。嗰啲論調咧，我就會好唔舒服咯，睇到都有一定嘅可能性嘅。唔係，因為其實 Double O 去到後面嘅走向係咁樣嘅。嗯。但係 Double O 嘅前段係寫得好作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後面佢之所以可以原諒敵人，或者原諒大家啦，叫大家愛大家啦嘅原因係因為佢前面真係殺戮太多啦嘛。嗯。系咯，前面大家都系太即系嗰个互相伤害嘅程度实在太严重啊嘛。嗯。咁所以去到后屘嘅时候，咪即系话要理解大家嘅嗰个理解大家嘅仇恨嘅时候，好即系大家都会明咯，都会讨论，都会 OK 咯。嗯。系啊，系咁，但系依家未知，未知。睇下先，J.K. 话而家系讲紧大财团垄断，苏花暂时冇乜感觉，系啊，我知道你话咩嘅，即系有啲贵族又好，乜又好，跟然之后就睇唔起地球人啊，睇唔起乜嗰啲，系啊，但系都冇乜感觉啊，冇乜感觉表示系，咁你都有一个同佢平等决斗嘅机会啊，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死啦！我变咗又开始喺度讨论呢啲添，我好似啲泥浆摔角咁。唔系啊，我唔系 hater， 系我都唔系啊，我唔得唔好睇，我只系觉得单纯可能偏不善讲啦。系，我都希望佢好睇。系啊，希望之后会越嚟越好睇咯。咁新一集大家话好好睇啊嘛。是啊，已经上到是啊，好好看啊。我觉得是好了的，是像回这样的，但是不过的而且确，如果你在这个这样水平之下，之前那些你都这么满意的，即是你都这么满意的话，那的而且确是，那你称之为弱神，我都不阻你呢。是啊，因为之前朋友是，因为之前那么垃圾你都好看了，现在好看一点，那你称之弱神这样，我觉得 OK 的。我有两个朋友直情好兴高采烈咁样走嚟同我讲啊，佢话哇呢一集封神啊咁样，系原来咁，系啊，因为我仲唔系大家称之若神。大家近年咧，大家近年睇动画咧，好兴咧讲话咩一集封神呢个咁噶嘛，系即系系啦，总之某啲剧情突然之间超爆超劲超展开。啲畫面超靚，跟住之後就哇呢一集封神啊咁樣，鬼滅又係，咒術迴戰又係，而家電鋸人又係咁，即係係咯，或者前排就算海賊王都咁樣講啦，哇海賊王呢個一集封神咁樣，係啊，我都覺得係有少少可能受到日本嘅影響，乜鬼嘢都神咧，咁啊真係對神明嘅褻瀆真係。睇下先 ，J.K. 话 H， 我由一开始都话 O.K.， 只系画风儿童向。系啦，同埋对我嚟讲 ，H 啲机械人我都中意啊。嗯，系啊，唔系当年 H 俾人闹得好劲噶。系。老师咪放弃咗冇睇咯，定系？冇错。我放弃咗。唔系因为咧，话唔讲又讲少少，即系咧，因为我算系 Age 嘅 fans 啦，系啊，因为 Age 咧，
最乞人憎嘅就係可能係公仔，大家覺得好細路仔啦。嗯。但係咧，Age 咧，佢入邊有啲題材或者啲素材咧，個別嘅素材咧攞翻出嚟咧，係好好睇噶。嗯。係真係好好睇，好睇得好誇張噶。但是完全冇啦，即完全被无视，未被忽略啦。嗯，系啊，即例如，我自己好中意因为佢系分咗四部曲噶嘛，即一部、二部、三部，然后去到就系最终回咁样啦。嗯。我轻轻讲少讲啦，但系总之第一部系阿爷爷嗰部啦，由爷爷细个开始讲啦，系啦、嗯，总之就系爷爷好憎对家，系啦，因为佢青梅竹马都俾对家害死咁样，所以佢好憎对家，佢就始至佢呢一世人都要将对家杀咗一个天家不留咁样啦，嗯，系啦，咁跟住到爸爸啦，即系爷爷生咗爸爸啦。跟住爸爸嗰代咧，佢系讲，因为佢讲爷爷系天才技师啦，天才驾驶员啦，系啦。跟住爸爸一出嚟咧，就已经讲话爸爸系冇能力，即系嗰啲好渣，好冇才能，好冇才华，唔系天才啦，系啦。咁，所以就好迷失，好迷茫咁样嗰啲啦。嗯，系啦，我觉得呢个冲突就已经好好睇啦。嗯。是啊是啊，即个个都好期待，哇你是啊边个边个司令个个仔，你应该一出手就好好打啦，就唔好打。嗯。好唔好啦，是啦、啊。咁当然佢中之后又遇到啲师傅啊，即有遇到啲前辈啊，前辈同佢讲话，是啊我都冇天分㗎，我都唔好打㗎，但我次次都即次次都生存到落嚟啊，或者我次次都赢啦，总之赢咪得囉，使乜好打啫，即佢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嗯。是啦、啊。跟住去到我覺得第一部和第二部是超級好看的，雖然大家都不喜歡了，是的，接著到第三部就是孫仔，孫仔就是和平派，即是你當是 Unicorn 的發展，就是遊走了兩邊，接著之後就覺得，其實不打仗就最好了，嗯，是的，去到最後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去剷除那個大的壞蛋，這樣，嗯，是的，那就 Happy Ending 啦， BBQ 啦，這樣，是的。咁我都仲可以咬緊到嗰個仇恨去講噶嘛。嗯。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咯。水星掛媽好有邊城浪子嘅 feel， 係啦。哇，唔識啊，冇睇邊城浪子啊。未小玲話未到好好睇，不過生日歌有啲嘢睇咁樣。係咯，唯一係生日歌咯。即係佢而家佢呢一套嘢就係將個生日歌變成一個好幽怨嘅。变成一个梗系嘛？系，即系变成一个好幽怨嘅一首歌咯。系系，咁佢嗰啲生日歌嘅位系 touch 嘅，即系都令人觉得系好酸啊咁样样。咁但系净系得呢样嘢啦，即系佢最大的功能就系将生日歌变成一个幽怨嘅一首歌。我唔够胆点样讲，我唔够胆。我唔夠膽批評太多啊！而家係啊，係啊，係啊，唔緊要啦，係唔係我同自己講嘅，唔緊要啦，係咁，即係大家好睇開心咪好咯。係係啊，有幾難得係咪先？幾難得有啲人令到大家開心，連睇沉重嘅高達都會令到大家開心，係嘛？嗯，係啊。我哋讲领养事情系，我两只猫都系领养，有 X 牙咯，嗯，系咩？我突然之间出咗一只 X 牙 repair 二嘅嗰个设计图，哦 ，X 牙就除非有爱啦，我觉得唔系太容易用，系啊，不过以前同而家变咗有唔少改良嘅，你。你而家出嗰个超必嘅时候咧，点讲咧？佢嗰啲格斗技好低能嘅，出超必嘅时候咧，以前咧系会佢播片啊嘛，即系你而家都有播片啦、嗯。有冇得飞啊？有啊，冇得飞噶。冇得飞噶嘛？咦，唔系咩？你有冇 update 到啊？好似可以飞嘅而家。咁以前冇得飞会点样样咧？就系、是、你播得片嚟，人哋都走咗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出超必，你播得片嚟，例如你出超必，你係格鬥技機嚟嘅，你係格鬥技招嚟嘅，你出得片嚟，人哋都走咗咯。咁或者個方向都唔同咗啦，你打唔中人。咁所以咧，格鬥機嗰啲嘅超必咧就好廢，就冇乜用嘅。咁、哦、結果咧，所以咧就我就其實格鬥機咧就放棄咗。即係除非佢係蛇嗰啲蛇嘅形狀嘅格鬥機啦，係唔好先係你講。我咧反而係坦白講，我玩呢只 game 咧冇乜瞄準啊，冇乜用路啊，冇乜太多嘅諗法咯，因為我覺得個判定就已經好差啦。可以咁講嘅，我明白你嘅判定嘅意思係乜？即係你意思係或者轉落咯，轉落落，即係我唔係好鎖定到嘅。嗯。其实这个判定，即例如你射咧，即系简单嚟讲，你射嘅时候，明明你 lock 住佢嚟射，但系射唔中啊嘛。嗯。咁呢、这个或者唔知射紧咩咯。系啊，咁可以话有好又唔好嘅，就系、是、你要清楚，要睇清楚自己做紧乜咯。系啊系啊系。唔系你系咁求控制就得咯。变咗出必杀技我都冇谂啦，已经。原来咁。即系行埋去啊，见到可以用必杀技啦，用啊，打中打唔中我都冇乜理啊。因为到咁上下咧，就真系难打咧，难打嘅时候，你个必杀技就变咗系一个都几核心嘅状况。咁你必杀技打唔中人嘅话，你咁其实你用边部机都冇乜所谓，因为个必杀技都系废啊嘛。咁如果相反，譬如话射击机系全范围射击嘅。咁佢个必杀技有用，咁个价值就争好远。哦，系啦，即系你而家个必杀技冇用嘅话，咁你部机就其实就意义就细咗啦。明白。冇啊，就系、是。我暂时都用八八托斯先，但系八八托斯嘅必杀技唔系特别好。嗯，系啊，必杀技其中一个最主要考虑嘅地方。老师，我哋讨论呢个领养，嗯，系啊，点样讲好咧？因为咧，我咧，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就系、是有做暂托啦，咁样，嗯，有做暂托，有叫做想即系领要领养或者叫出领养咁样，系、啊，嗯。但系咧，我真系想讲香港咧，嗰啲机构也好，义工也好咧，真系好参差啊！哦，即系系啊，变咗咧，好似咧系有阵时咧，都好似冇睇清楚就去，无论系出领养又好，或者出暂托又好咁样。嗯，系啦，咁跟然之后咧，同埋啲暂托嗰啲人咧。即我自己都是做暂托啊，但系我有阵时觉得好像真的咧，好点样讲好咧，好即系佢哋自己都污水水咁样咯。嗯，系啦，即系譬如我有个朋友咁样啦，佢咁我朋友我觉得佢处理得好差嘅，就系佢想即系佢做猫咪嘅暂托嘅咁。但系咧，佢就每次即系佢就同佢就总之，但系佢暂托完之后咧，即系有领养要领养咁样计啦。嗯。咁样咧，佢就会要求用要求攞翻嗰个领养费。嗯。系啦，而嗰个领养费系唔平啦，系啦，几多钱我唔知咯。但系佢其实佢喺佢嘅立场，佢就觉得我接只猫翻嚟，我带佢睇医生。咁所以就要攞翻，即系佢除虱啊乜乜乜嗰啲，所以我就要攞翻嗰嚿钱。嗯，系啦，咁但系点样讲好咧？即系我同其他有养开猫嘅朋友有讨论过呢样嘢嘅，就系首先你接只猫翻嚟，你自己想睇医生，你自己要求同佢睇医生，系你嘅决定啦。嗯。是因为你怕只猫有虱，所以你带只猫去睇医生啦。嗯，嗱，咁严格上嚟讲，唔关人事啦。嗯，系啦，咁系你自己觉得只猫污糟啫嘛。
咁然之後你要求嗰個領養人要俾翻嗰啲費用，而嗰費用唔少咯，即係四位數咯。咁我覺得係唔合理咯。係啊，跟住我直情同我朋友講即係其實係意氣説話啦，係啦。喂，咁要攞翻計翻你每小時幾多錢人工，俾翻時薪你喎。系啊，叫我领养俾翻时薪嚟喎，咁样。系啊。即好似我自己为例咁样，我托过几只狗仔啦，咁样。咁每一次嚟我嘅狗仔咧，我都买好多嘢俾佢，基本上。系啦，即系我又会买好多罐罐啊，买好多零食啊，跟住然之后又买好多嗰啲衫仔啊、玩具啊嗰啲嘢俾佢。基本上每一次咧，每只狗仔佢譬如喺度住一个月咁样啦，佢到佢真系有领养人走嘅时候咧，佢都系满载而归嘅。即系又有嘢食走，又有玩具带走，又有有阵时可能有啲系咯玩具同埋嘢食啦，都会俾好多佢我。你爱心啊，甚至乎系我会有爱心嘅，全世界最有爱心嗰个就系我，最伟大嗰个又系我，最辛苦最委屈嗰个又系我，系啊，点解？因为我系圣人嚟嘅，因为你爱心马车，系啦，个名已经传明咗啦，系啦，咁，但系每一次我直情系夸张，我话俾咁多，即系你俾咁多好嘢佢带走啊。其中一個叫做點講咧？一個習慣啦，就是、因為我同我女朋友咧，每次接狗仔翻嚟咧，我哋都有個可以滿足到我哋購物嘅興趣啦。係啦，即係今次有隻狗仔買呢個玩具好唔好啊？咁樣你係啦，咁或者又研究下買邊個食物好唔好啊？買邊啲零食好唔好啊？咁樣咁變咗買，其實買好多呢啲錢，咁去到走嘅時候，咁我唔會問個領養人攞翻噶嘛。係啦，又係嗰句，如果咩都講錢嘅話，喂，咁要計翻時薪喎。即係咧，嗱，我咧一個鐘咧就60蚊嘅咁樣，咁然後咧，咁，哎呀，係咯，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咯。好奇怪咯，系啊，但系点解会无啦啦引发呢个讨论或者呢个咩咧？就系、是、因为偶然间有朋友佢话佢 ，sorry， 我啲胃气，系啦，佢话佢接咗一只嗰啲名种猫，唔知系咪英国短毛猫定系英国长毛猫之类啦，就接咗只名种猫翻嚟，咁跟完之后咧，咁就俾咗人哋做暂托。咁人哋就攞只猫去卖咗佢。吓，系啊，我唔知道，因为我朋友又讲到199咁样啦。佢一开始咧，佢同我讲，佢话佢卖成可能卖成15000啊咁样啦。跟完之后我咪话咁夸张嗰啲，跟住之后佢就话想同人哋追翻只猫，系啦，咁但系我同佢讲，我话你又照顾唔到，你追翻只猫冇意义噶喎、哦，你追咗翻嚟你又照顾唔到咁样，咁跟完之后咧，咁佢就即系问我点算咁样嗰啲啦，跟完之后话咁应该系咁啦，我帮你搭路啦，试下问下有冇人养呢。即係需要一隻貓，咁可以領養到，可以照顧到嘅，咁又有經驗嘅，咁我幫你問啦，因為我都有識嘅一兩個朋友係啱啱剛好想養貓咁樣。咁跟住我問咯，一問又真係有喎。係啦，咁我咪 OK 啦，即係放心交俾我朋友啦。咁我朋友都鋪埋路就係因為佢屋企本身已經有4隻貓，咁佢話如果嗰啲貓夾唔嚟咧。佢都要諗點樣可以安置好隻貓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佢都穩定後備嘅一家人啦咁樣。跟住之後咧，義工組織嗰邊咧，即係聯絡到嗰個疑似賣貓嘅人嘅時候咧，跟住嗰個人就話隻貓已經俾咗人啦咁樣。
佢話收咗人哋2000蚊。嗯，係啦係啦係啦。咁冇啦，唔收都收咗啦。咁樣咁係咁樣咯。嗯，跟住之後咧，我嗰個朋友就話佢覺得要追翻啲錢翻嚟。嗯，係啦。咁又翻咁我好奇怪，你明唔明？嗰個奇怪位咧就係咁，你本身你哋義工要做嘅嘢就係要點啊？即係審查一下即係又要家訪啊，要睇下人哋屋企有冇裝貓窗啊，有冇做好啊？有即係咪一個適合貓居住嘅環境？係咪 ready 去接一隻貓啊？嗯，等等嗰啲嘢，咁你哋先會係做義工，先會係出站託，你哋先會係去做所有嘅決定啊之類嗰啲嘢噶嘛？嗯，係啦。系啦，咁，但系系咯，咦，老师突然之间佢逼我要做呢个急务嘅突破解下，哦，佢跳拖嚟嘅，系，跟住之后，咁但系去到后屘咧，嗰啲义工又会讲就系、是，咁只猫买都买咗啦，冇办法啦，嗯。或者唔出都出咗啦，咁冇办法啦，咁样。嗯。咁。咁咪好奇怪咯。嗯。咁唔知不咁啱，可能因为又系名庄咁样样，咁啊有呢啲，即系本身佢有佢一定嘅价值，即系物理上嘅价值，咁所以要多啲奇怪嘢咧。好多啊，好奇怪，系嘛？咁但系实际上都系嘅，即系亦都好多团体啦。咁都唔系咁，可能佢冇咁好嘅 system 啦。嗯，系。咁跟住之后，我同我朋友讲话，算啦，不如唔好，即系唔好斟住喺钱银嗰部分咯。嗯，系啊，你纯粹系。是叫那个人捐一些物资粮又好什么都好给个组织，对龙又好粮又好那些给个组织，那就算了。嗯，是的。跟着我的朋友不得坚持是觉得应该是要追回一些钱，跟着我不理了，你们喜欢怎么样嗯，是的。即是毕竟老实说我又不是真的觉得钱，即是我又不是看钱重要啦，呢个过程入边，嗯，系啊，可能系我问题，嗯，成日都微妙啊，有得赚咯，无啦啦有得赚咁样样咁，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即系其实都唔系第一单嘅，因为间唔中咧都会有呢啲即系都有呢啲讨论嘅，嗯，咁的而且确我就冇考虑过呢样嘢，即系但系如果你话的而且确可能有机会会发生嘅，譬如而家我真系做一个猫义工，咁我咧就而家有一只名种猫咁样样啦，咁或者系有一定商业价值嘅猫咁样样，咁啊就搵人领养，咁而就实际上咧就有人领养，但系佢咧。就轉個身就拿去賣了它，假設這樣，其實都沒有話說。是啊，是啊，頂籠就出個 post 就說你咯，是啊，是啊，是啊，但又不做了嘛，即是意思是這些東西都不做了嘛，嗯，是啊，還有，有個尷尬位就是呢，其實老周圍之前都是，都即是在網上都有說過。就是譬如另一个情况就是都有其他那些人讲啦，就是出隻狼狗 BB， 嗯，即是又是领养出隻狼狗 BB， 跟住之后要唔知4000蚊系养费咁上下，4000几蚊，嗯，系啦，跟住之后咪会有人闹，就系话即系好似话卖狗啊咁样嗰啲咯，嗯，系啦，咁跟住有啲义工咪会有嘈，就系话呢个组织唔系卖狗噶。嗯，系啦，咁但系我哋都第一时间个反应就是，咁领养就唔好，即系点讲咧，即系啲价钱唔好咁贵啦。嗯，系啊，系啊，
好矛盾或者好尷尬咯，即係成日。咁我會覺得如果譬如真係使咗啲治療費喺只小動物度嘅，嗯，咁咪可能即係打攤開嚟講咯，嗯，係啊，但係唔會係因為嗰只狗係有品種或者嗰只貓係有品種，然後就即係覺得啊要即係收貴啲啊咁樣嗰啲，嗯。系啊，因为去到最后，我自己会觉得，咁好常会讲一句就系，咁你都系想只小动物好啫。嗯，系啊，咁喺组织营运嗰个立场，讲真啦，今时今日嗰啲组织，只要讲一句唔够钱要做手术乜乜乜嘅嗰啲，啲人就成千上万咁样涌过嚟噶啦。系。咁所以即我唔係話錢唔重要，咁但係有即係囉，有其他嘅乜嘢咁。嗯。係呀係呀，我係咁樣覺得囉。咁的而且確呢，其實我都係咁樣諗嘅，就係如果即當然啦，營運係好難啦，咁你叫我搞我都唔願意搞啦，因為真係好鬼死煩啦。咁但是的而且確在做法上面来讲，的而且確最理想的做法应该都是你分开咯，即是分开领养还领养这样，如果你有些营运上面的，那尽可能就譬如用其他方式，譬如说的收捐款咯，简单来讲。是啊。是啊。那这个营运，那如果你真的这样都营运不到的话，你咪求救咯，求救可能都就应该都用得到嘅。今时今日嘅香港求救系好有用噶嘛，求救系有用过实际做嘢噶嘛，你同我都明噶啦。系啊。应该咁讲，告急啊。系啊。告急系最有用嘅。最紧要系告急，系啦，即系未做实际嘢之前告急咗先，系啦，你告急完之后咧，先再慢慢做实际嘢。系啦，咁的而且确都系嘅，香港都系。都是乐于去，都是富裕地方嚟嘅，都是乐于去捐赠，啊，或者系积极去捐捐嘅。系啊，无论系物资定系钱都系啦。嗯，系啊。所以即系一去到领养费嗰 part 咧，就好点样讲咧，好匪夷所思咯。系啊，我之前我只猫咧，我只小咪咧都系领养翻嚟嘅，即系我两只都系嘅，不过一只就系人领养咗咁啊，大猫咧就系人领养咗，不过咧佢状况唔 OK， 咁啊咁啱，我就接咗咁样样，嗯，咁啦，咁而小咪咧就系，是，就单纯又系去领养翻嚟嘅，系啦，咁而。领养的时候咧，咁佢都有啲费用嘅，咁叫做会俾翻你嘅，即系佢话如果你之后做咗绝育咧，就会俾翻你，就可以攞翻证明，就可以退翻嘅咁。咁不过我跟住我都冇退啦，咁我就话当系支持佢嘅。其实佢自己都讲嘅，佢自己都有讲嘅，就话我其实好多人都冇退嘅咁样样，咁样啦，出咗口述啦。不过anyway都冇所谓啦。几百蚊你话好少啫嘛，我就系几百蚊啫，咁几百蚊咁样样，咁的而且确，我觉得都合理嘅，即系都合理嘅，即系上唔到四位数咯，上唔到四位数，系啊，咁系唔系好多嘅，咁系绝对合理嘅范围啦，同埋都系调翻转嚟讲，咁我觉得有翻一定有翻少少心意都合理嘅，嗯，因为我都有。过一啲即系两款都有啦，即系意思系有啲领养人领养完之后就会捐翻钱俾个组织咁样都有啦，系啦，有啲咧就唔啦，唔冇啦咁样。咁但系我都有同我朋友讲，就系讲真，你话要收领养费乜成嗰啲，我接过咁多，即系接入翻嚟啦，咁我就知，又即系譬如好似即系定期留意嗰啲 post 就知，基本上就超多狗超多猫，嗯，系啦，咁
咁又超多狗超多貓就算佢唔喺你度攞，唔喺你度領養都可以喺都會喺其他機構、其他組織嗰度攞到同埋領養到。嗯。咁你婆婦要執意去收翻嗰啲錢嘅。嗯。而講緊嗰啲唔係幾百蚊喎，係幾千蚊喎。嗯。係啦，咁我覺得好無謂咯，即係呢啲咁樣嘅諗法好無謂嘅。可能善良啲咁諗啦，佢冇去即係個營運方式冇好咁去思量啦，即係善良咁樣諗。你話如果當隻貓狗係相反，暫托係provide service 嘅話，咁佢會諗收翻錢係冇錯嘅。如果你當佢係暫托養貓狗玩下，咁你咪覺得養佢期間嘅費用係即係日用嘅費用係冇所謂咯咁樣。佢話有啲做義工嘅只係當係義工，唔係真係咁樣做。第二可能本身係有心做，但現實冇可能單單都跟得咁足。第三就係每個義工嘅心態都唔同，冇可能逼所有人嘅諗法都一樣嘅，係啦，要有幾多大愛同埋無私。咁聽先放肆啦，話我除非其實除非必要啦，如果唔係買咁多嘢會做壞手勢。咁冇係咯，都係嘅。係我已經同我女朋友喺度討論緊，就係唔好再接翻嚟啦咁樣。次次都咁講，係啊。係嘅，其實基基講得啱嘅，即唔應該係將自己嗰個標準入放喺度嘅。嗯。始終人哋個個做法都唔一樣。嗯。係啊，係啊，係啊，只不過我係我係好介意，即係將利益行先嘅，即係做一啲唔講求利益嘅事情上邊，用利益行先就好似好奇怪咯。嗯，係啊，畢竟如果單純係揾錢嘅話，有太多其他嘅方法同埋途徑可以揾錢啊，香港。嗯，係，呢個都係。系啊，不过可能啲人觉得，我无本生利咁样攞只猫翻嚟转卖咁如果要系咁啊，就阴公咗少少嘅。系啊，系啊，系啊。咩就话JK 完佢咩啊？JK 完佢咁名就话JK 完佢系啊，即系咧泰国嗰个 K 唔系柬埔寨嗰个 KK 完佢啊。哦。系啦，JK 园区有得谂啊！系啊，养晒啲猫猫狗狗喺度转埋啊！嗯，咁不过如果又讲猫，即系譬如又讲咗领养啊，咁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听节目，咁但系咧，我系都系强烈推介领养嘅，即使你话佢有啲乜嘢即系有啲麻，有啲臨審嘢，或者有啲咩嘢都好啦，或者你話有啲義工有時有啲形色色嘅古靈精怪嘅個性咁樣啦，或者可能有啲太過挑剔啊咩都好啦，但係點樣都好咧，領養都係我覺得領養都係我都係支持領養嘅咁講。係，你呢個組織唔 OK， 你咪揀個第二個咯。咁我係非常之唔喜歡買。即係買寵物嘅，即係買貓狗咯，咁樣講，咁樣咯，即係或者可能我尤其是我係唔 prefer 或即係唔推介啦，唔欣賞太過著重品種嘅問題咯，可能，咁係咯，即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太過著重品種唔係一件好嘅事，雖然我雖然唔知係唔係啦，即係咁啱得咁巧，雖然係。即好似貌似是譬如狗爱好者是比较容易執着品种，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啊，都是啊。猫就好像没那么容易執着品种，但我觉得都是 OK 啦。即譬如说我自己现在养这只小咪，即是这只小猫这样。其实我本身领养的时候，目标不是养它，不是揀它的。
目標的時候，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見到有人有 post 咁樣樣，哇只貓咦幾啱喎咁樣樣，咁我就去申請領養呢只啦。咁到你申請得嚟咁啊，家訪完咁樣樣，其實只貓已經冇咗啦，又俾人領養咗。通常都係嘅。咁其實咁咪都搞掂咗咯。咁咪喺即係都做曬啲手續啦，即係做曬嗰啲咩家訪嗰啲嘢。咁跟住咪喺嗰度有好多隻貓噶嘛。咁咪隨緣咯，其實我都有咁揀嘅，我都有咁揀嘅，甚至乎係咦呢日咁似外交嗰只嘅，咁我就咦兩隻貓咁相似，幾過癮喎咁啊，咁求其咯。咁而最終咧領養咗翻嚟之後咧，即係最初頭係可以話係冇乜感情嘅，即係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喺個相處嘅過程裏邊咧，就有個感情啦，即係你喺個過係咯，咁喺個過程裏邊。在个相处里面就建立咯，咁会越养越好，越养越亲，系啦，越养越开心啦，越养越你喺佢哋嘅相处里面见到佢嘅个性啦，佢低能嘅地方啦，即系你哋嘅相处之间系点咧？即系譬如话我晏昼若果我会瞓晏觉咧，佢就一定会走向我隔篱，然后喺度冲凉嘅，喺度舐脚咁样样嘅咁。咁係咧，咁我每逢一出門口，佢就知道佢就會走出嚟咁樣。我翻嚟佢又會咩諸此類咁，有好多呢啲生活嘅點滴係咧，佢係好可愛嘅啦。咁最終嚟講，即係除非佢真係好唔合理嘅眼緣啦。咁若果唔係嘅話，其實都係開心嘅，都係開心嘅。我必須要強調，我而家呢只貓其實我唔係特，即本身領養佢嘅時候，我唔係特登話，即係哇好乖，好開，好可愛啊咁樣樣。咁其實都真係，你喺嗰度見到咁多隻貓，而隻都差唔多，隻差唔多，求其啦，咁算啦，咁都搞掂咗咁樣樣，係咯，冇啦，我想講嘅就係咁。緣分咯，結論嚟講就係緣分咯。係而家對唐狗嘅接受度高咗好多咯。是啊，但是的確是的，反而咧貓咧，我仲有朋友會係話唔想要名種貓，因為驚名種貓或者有啲有品種嘅貓多病痛。哦，少少啦，即係例如經常都有話説啦，如無意外都係真嘅咧，就係譬如話譬如折耳貓係本身有缺陷嘅咁樣樣，本身佢哋就係會周身骨痛嘅咁樣樣。是有话说咯，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话买就最就是、十分之唔推介咯，即系如果你话呢啲你本身都知佢系有病痛咁而单纯嚟你觉得佢咁样得意啲或者系名贵啲咁 anyway 咁样样啦，咁呢个就好唔值得欣赏。系啊，同埋有少少攞自己嚟搞。系啊。所以我都唔知啊，只能夠講嘅就係希望啲貓好啦，希望啲貓貓狗狗好啦。係啊，但係即係都諗唔到太多。但係啊，特別係其實幫唔到啲乜嘢嘢。有陣時會覺得咁，譬如好似而家為例啦，应该是最近多很多唐狗仔的即是因为不知道是因为是那个繁殖 的时候到了还是怎样。是啊。是夸张地多的。其实呢又讲呢即是很多猫猫狗狗啦 的叫做义工呢，其实都真的我觉得都挺伟大。伟大啊！我好伟大啊！系啊，你都伟大啊！咁你要付出，系啊，你要付出好多精神、心力啦、时间啦，咁样样。系啊，你谂下，我好怕眼瞓噶嘛，我成最怕就眼瞓，连穷我都唔怕。我最穷我都服到，眼瞓我克服唔到啊。系，跟住我为佢瞓厅，我夜晚又要陪佢起身食嘢啊，成日嗰啲。系啊。所以呢最重要想讲的就是譬如说如果你假设你领养的时候你遇到一些
一啲譬如可能脾氣比較特別啲、強烈啲嘅義工咁樣樣啦。咁雖然呢啲有啲個性嘅使然啦，每個人嘅個性都有啲缺陷啦，但係可能可以多啲包容嘅，因為的而且確佢哋係真係遇到好多奇怪怪嘅人嘅。佢哋接觸人多咧，尤其是呢個世界真係咩人都有。佢接觸即係你遇過啲西嘅人，你就會多咗一重保護，又或者多咗一個咁樣嘅係咧，即係多咗一重諗法，係啦，多咗諗法咁樣樣。咁你下次你你會多咗警戒，又或者係多咗啲條文。或者苛刻咗，或者系咯，咁其实都可以理解嘅，即系会唔舒服咁，但系都理解嘅，都可以。如果尽可能都可以包容一下嘅，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就系因为，譬如话觉得猫即系譬如话呢啲义工好烦，又唔想领养咁样样，咁你都系嗰一两次啫，即系你都系你接触佢嗰段小嘅期间啫，咁你如果你假設你養嘅其中一個目的，一嚟就叫做都滿足自己啦，咁講啦，即係有個伴啊，咁各生活開心啲啦，咁另一樣嘢，你都如果諗住啲領養上面都可以幫下一啲，幫到一啲呢個世界嘅即係唔好彩嘅動物，俾一個温暖嘅家佢哋咁樣樣，有冇好似而家啲貓貓咁幸福咁樣樣咁？好 OK 嘅，都係推介值得領養或者係去忍受一下呢啲咁樣嘅狀況嘅包容。因為去到最後都係想嘅小動物好啫嘛。係啊，即係如果大家都會咁樣諗到呢一段，係啊，係啊。不過就唉，唔知道都難啊，都難。難嘅意思係。始终何老师话斋，人即系呢件事入边咧，牵涉嘅人太多，即系无论系义工啦，又好，又或者系领养人又好啦，暂托又好啦，咁变咗咧，各自与各自之间咧，有好多唔同嘅谂法，系啊，系啦，咁变咗嗰个咁即系。出色嘅就會可能可以包，即係可以喺咁多範疇入邊去平衡到咯。係集集咯。係啊。睇先。方師奶話我唔識日文，不過睇好多日本嘅綜藝咧，就尤其是動物園節目啦，尤其是動物節目啦，以前在芝村動物園的時候咧，都不時有呢個環節，係啦，會分享很多心得，係啦，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有隻馬騮咧，阿伯與阿添嗰只馬騮。哦，係啊，做咩？係啊，佢我最近偶然間喺網上面睇到佢嘅近況，因為其實佢未死，係啦，都幾淒涼噶。啊，係啊。是啊，是啊，因為他好像大約歲領左右啦，咁樣就已經好好啦，生活過得好好啦。咁過得好好咁，有好多錢啊，好多零食啊嗰啲嘢。係啦，而即係啲馬騮係少少聰明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佢即係佢專指佢有脾氣啦。慢慢就越嚟越有脾氣啦。咁因為咁樣之後，佢就傷，即有一次係會傷害咗人咯。哦，係啊，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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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啲人一早已經講過話佢去到，我可能有少少錯，因為我啲記憶有少少模糊。總言之就係話佢一早就已經到達咗青春期，就唔應該再俾佢去做咁多節目啊嗰啲，因為佢脾氣好差，會變得。咁但係冇人理啦，因為有錢賺㗎嘛。咁跟完之後，所以就即係繼續逼佢去參加活動啊嗰啲，係啦。結果呢就因為一次活動入面呢就我唔記得咗係咬傷人定係爪傷，但係總之係導致到人哋受咗嚴重嘅傷咁樣。咁跟住就俾人講啦，咁樣跟完之後就就好彩就叫做保住咗啦，但係就運咗佢喺動物園入面。哦。
咁佢其實佢同志尊健係好好朋友嘅，因為佢話佢每次拍完節目咧，都會走去攬攬志尊健先走咁樣嘅。嗯，係啦。咁後屘志尊健過咗身啊嘛。嗯。咁就變咗佢話佢入咗去動物園之後咧，唯一會探嘅，即係就係得志尊健可以探佢咯，即係會探佢咯。嗯。但係基本上志尊健同佢嘅相處都係好有限嘅，即係都係。都是隔住个笼，咁跟住之后有叫做即系隔住个笼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就譬如有啲咩衫裤鞋袜啊嗰啲咧，咁样就咁怼入去俾佢嘅啫，嗯，系，咁。咁所以其實嗰只馬騮仔本身就已經係好即係好寂寞啦。咁加上就係志尊健有一個身咧，其實只馬騮係冇辦法知或者冇辦法理解，咁佢就一路困住咗喺動物園入邊咯。哦，係啊係啊，咁但係佢又未去到老到死咁樣咯。嗯，但係然之後個後續古仔就好似係嗰只馬騮有繁衍咗後代。嗯，係啦。但是那隻後代也都被人哋，即係都俾佢嗰個前主人拎嚟去，即係培育啦，想係即係又係做即係類似啲綜藝嘢咁樣咯。嗯，係啊係啊，即係結論嚟講，人類都係邪惡噶啦。嗯，但係呢個其實都唔知好定係唔好嘅，因為譬如日本好多嗰啲馬騮團噶嘛，即係我哋之前同日本嘅教授都有講，即係啲馬騮表演啊，有好多嗰啲團體噶嘛。咁但係呢個因果關係就乜嘢咯？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特登去繁衍佢，就係為咗要攞佢嚟表演咁樣樣咁啊同埋可能如果假設，尤其是覺得你喺個表演嘅訓練過程裏面係令佢受苦嘅，咁呢樣嘢就唔係一件好事啦。即係就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即本身都有馬騮咁樣樣，或者係都本身自然都有啦咁樣樣，咁就叫做咁你養馬騮或者養動物，你都要一定嘅成本噶嘛。咁咪當係一個即係一個相處得嚟嘅，又可以糊下口咁樣樣，即係係咯。咁我覺得都未嘗係壞事嘅。他係點樣咯？其實適量。位置就 OK 咯，即係唔好話過量咯，即係例如好似其實我唔知係應該係叫阿笨定阿尖咯，係啦啊，跟住之後因為嗰只狗仔咧，即係佢個節目拍檔咧都過咗身啦，嗯，係啊係啊，所以就好慘好淒涼咁樣，嗯，咁譬如好似嗰只馬騮仔咁樣，咁佢其實佢一早就應該要退役噶啦嘛，嗯，係啊，即係意思係佢可能身體狀況唔係話好好，又或者係佢。佢根本到達咗青春期，佢就會容易暴躁，佢就會容易傷害人嘅。嗯，之類啦。嗯，之類啦，係啦。咁到冇事咪冇事咯。咁到冇事，你哋又怪，即或者我哋啦，我哋又怪只馬騮點解傷害人喎？咁嗰件事係好唔人，好唔人道噶嘛。嗯，係啊，我繼續讀 chat room 先。Cassie Man 就话我都讨厌买宠物，JK 就话啦，日本好似系调翻转嘅，系好 buy 买宠物嘅，猫都唔系好睇品种，睇名种猫，JK 唔系 Man 真就话啦，买 JK 我接受，其实名种其实好多病嘅，方师奶话所以动物节目都会倡议领养。哦，咩真话名种猫仲要蠢啲添，系咪啊？睇下先，大欣就话我只女王系自己跟我翻屋企嘅。折耳猫好多病痛，好阴功。咩真就话啦，我长洲大嘅嗰阵时，一街都系猫狗自己行，可能我有站地喺山。嗯，哦，啲人话咩味？系啦，猫味狗味。
是 man 真的味道。跟住之後，方師奶就話佢個女都做過一輪志願動物園，之後動物園都有跟進住嘅。日本普遍對動物都唔係好人道，真係當寵物係商品。係咪㗎？邊個講嘅呢個？J.K. 咯。係咪？嗯。但係喺呢個資訊或者呢個印象點樣得出嚟？雖然我都唔敢講我嘅理解係全面，但係如果你話最單純嚟講咧，譬如話動物園咁樣樣，咁個起碼個處理都好好多，即係比起一啲唔同嘅地方，佢哋嘅動物園雖然唔敢講話全部啦，咁但係日本嘅動物園啊、水族館其實都算係咁樣嘅。即是对啲动物，即是如果只是讲佢对动物。方师奶话马车讲嘅未讲得清楚，我唔知道，有系咪有啲咩甩漏啊？睇下先，系啦，跟住就，只狗系叫阿笨，马骝系叫阿尖，系啦。咁跟住之后，系啦，开始又讨论紧买 JK 啊。要买埋 JK 香唔香啊？买 JK 啊？呢个讨论范，围。因为我以我所知都会容易有，即系都会多听系有领养呢样嘢。不过当然啦，亦都因为即系日本咁样样。咁不过当然咧，亦都因为系嗰、那个同埋有。毕竟是一个发达的地方，一个富裕的地方，追求品种，追求其实都容易见得到的，即是都一定有这样的人的。是啊，咁通常最容易来讲买卖的原因都是追求，我觉得都是原因都是追求品种的。是啊。若果唔系特别追求品种，即系有啲人又会觉得靓啲啊。系啦，咁若果唔系特别追求呢啲嘅话，其实就系啦，就可能你话即系求其执都执到啦。唔系，不过又衰啲咁样讲，就系、是因为我自己好中意狗仔啦。嗯，系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心目中都会有中意嘅咩品质嘅。系。就系咁样咯。呢个都可以理解嘅。所以譬如领养，即系用去领养去代替嗰个购买嗰样嘢啦，系好某程度上系好无私嘅，嗯，系啦，譬如我自己话嚟咁样啦，我好中意嗰啲长毛大狗嘅，嗯，系啦，即系类似啊，可能系譬如萨摩啊，金毛啊，嗰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当有一日我要养狗仔嘅时候，咁我都会希望系养自己中意嘅狗仔咁啊。嗯，系啊。咁当然啦，有啲人就系咯，即系好无私咁样会觉得领养就好啦咁样。嗯，咁就更加伟大啦。系，不过有亦都咁讲嘅，即系你领养嘅意思都唔系拣求其执只俾你嘅。咁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嘅都係你都有得揀嘅，即係你都有得揀，即係你真係好唔鍾意嘅咁樣，即係或者有啲唔合，即係揀最簡單講都係你自己合眼緣嘅。係，但係即係意思係唐狗一定係即係可能爭啲啲或者唔係隻隻靚㗎嘛。嗯。咁但係有啲人就唔會好介意咁樣囉。嗯。係啊。咁我都有接觸過或者照顧過一啲我覺得哇呢、這個樣靚喎嘅唐狗咁樣都有，係咯，但係真係唔包噶嘛，嗯，咁有啲狗天生個樣係蠢啲可愛啲咁樣，咁又會又會唔同啲咁樣，嗯，係啦，就係咁樣咯，嗯。阿先，
蔡師奶話，因為我向來都睇唔少日本動物園節目，阿尖同佢個女報癲嘅消息都跟得算貼。咁唔係佢個女唔係就係跟咗佢嗰個前主人咩？係啦，跟住睇下先，日本嗰啲貓頭鷹館已經好有問題。屋企附近有間嘢叫做魚貓堂，係收容被遺棄嘅貓，可以領養，但係要預約，要打曬三針，仲要提供代嘅快測，唉，就麻煩呢啲嘢。嗯，係啊。頭先 Man 曾話：我喺日本高知度見過一隻長尾嘅雞，係啦。剪長想剪完佢條長尾，就用個好細嘅箱運，用好細嘅櫃運住佢，係。佢就只可以坐同埋企，轉身都難，都好癲下㗎咁樣。嗯，你呢個又想象唔到喎。系啊，就系咁样咯。不过呢啲咁样嘅状况咧，即系攞，譬如话有咁讲啦，衰嘅，譬如猫咖啡都有啲，都会有机会系衰，都唔系有机会。嗯，猫咖啡可能都会唔会，如果讲容易发生，有会唔会偏颇嗰啲，即系都会，因为即系猫咖啡。佢畢竟就係營運，就係目標，就係貓攞嚟生財。嗯，係啊，咁所以咧，都唔知會唔會係有機會係啲唔好嘅嘢會容易發生都未定，真係唔知道。咁我比較熟刺猬啦。嗯，係啦。刺猬香港曾經有個刺猬咖啡嘅。嗯。咁係嘈得好勁嘅，因為刺猬嗰個行為習性其實真係唔適宜去應付下人嘅。嗯，係啦，咁當然啦，嘈完之後，咁亦都有人講就係話，哦，咁日本都有刺猬咖啡啦。嗯，係啊，咁同埋就即係講就梗係講得好好啦，即係話會即係唔逼佢啊，唔會逼好辛苦啊，點唔成嗰啲啦。嗯，咁但系我自己嘅經歷就係、是，就算我去到日本嘅刺猬咖啡，我嘅感想啊，就係、是、下次都唔會再去噶啦。嗯，係啊，因為就係自己都有養咧，所以就會覺得都有有少少唔係咁好咯。嗯，係啊，係啊，咁嗰樣生物本身佢係可能係細膽一啲嘅。咁你逼佢去應付客人，咁佢會有啲吃力咯。嗯，我日本咧見過啲人咧，見過幾次嘅。我成日去旅行嘅時候，啲荒山野嶺咁樣咁啊。咁有啲人咧，佢係吊住啫，即係好似人哋放鷹咁樣嘅，個膊頭嘅企住只貓頭鷹咁樣，一齊行咁樣。嗯，係啊，我覺得幾過癮。养猫头鹰，佢成个装束都系好特别嘅，好似嗰啲放鹰嗰啲人咁样样咁嘅款。日本好似都几多人养猫头鹰，唔、不过日本好多人养，即系咩都会养嘅，奇怪怪嘢咩都会养。嗯，系啊，不过嗰啲猫头鹰几过瘾。日本系多呢啲嘢。嗯，系啦，咁啊，结论咧都系就系、是、希望大家咧可以。考虑领养，又或者你未来终有一天谂住养宠物咧，优先咧就可以考虑下领养。咁呢个唔 OK 就第二个组织，总有一个组织 OK 嘅，或者系嘅所谓等你目标嘅心仪嘅，譬如话你可能你中意某啲颜色，中意白色，中意黑色咁样样，中意斑点咩都好啦，咁咪等下咯，总会有嘅，即系缘分啦。再唔係一個唔小心，你養嗰只個顏色同你諗嘅唔相同都好，其實可能最終都冇乜嘢嘅，都開心嘅。因為畢竟如果係即係如果我屬貓啦，狗我唔屬啦，貓就係個最主要嘅特色就係低能，低低能能咁啊，幾開心咯。
貓都係低能嘅，所有貓都係低能嘅。我代阿 Man 真講，全部都係低能嘅，啲貓全部都係低能嘅。咁啊就所以就開好開心嘅，係啊，就係咁啦。原來都5.2啦。咦，係啊，咁快，咁唔怪之啦。我不知不覺我而家開咗隻HG 嘅魔蟹，我要拿魔蟹嚟整。咁差唔多整完啦。嗯嗯嗯嗯。係啊，不知不覺咁樣啦。咁啊，好，咁啊，差唔多啦，辛苦晒买车啦，感谢你封烟啦，咁啊，好，拜拜，拜拜，大家晚安，好，晚安，咦，生日快乐喎，今日，咦，就会有买车，咁样咧，感谢买车啦，就封烟又同大家倾下，咁又一个晚上啦。咁我而家整緊呢一隻 HG 嘅魔蟹啦，其實我有 MG 嗰隻嘅，咁呢一隻咁啱都係平平地玩下啦，咁順便攞嚟當係即係未來上色嘅時候就當係攞嚟練下玩下啦，做下實驗啦咁樣。咁咧，咁而家一路整嘅感受係乜嘢呢？就係畢竟嘅 HG 就係 HG 啊。HG 就是真的 HG 啊，咁啊整体是简陋的，即系譬如个手指嗰啲咧，虽然MG 嗰只都好似唔系话真系好好，但系咧佢啲手指咧系冇嘅，冇。如果你想做张开手指嘅动作嘅话咧，咁可能你要揾啲嘢咧就固定佢。不過 HG 相對地都價格低啦，咁你玩呢都 OK 嘅，即係你釘死佢，釘實個 pose， 然後做下啲玩下，譬如玩下情景啊咁都 OK 嘅。不過呢個玩情景啊，再多啲嘢搞。又至於你玩情景，其實情景都好都要唔少嘅金錢去堆砌。咁樣嘅狀況之下，咁玩咧情景嘅话，系咪再玩翻 MG 咧？咁啊，又另外一样嘢啦。即系你花得起钱去搞嘅话，就可能再有价值少少，就可能会好啲嘅。咁嘅意思啊。好，咁啊呢度咧就都唔好托得太实。佢个腰嗰度咧，佢系曲咁啊，要钉埋呢个嘢啦。咁啊，因为钉埋呢个嘢咧 ，lock 实佢嘅话咧，就即系喷油唔方便。咁所以而家咧就唔一次过摆晒落去先。咁但系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就可以话整完扫到嘅话。其實 HG 掃組都好快，咁不過要做無縫。都 OK 嘅，佢呢一度有個水口，我就直情係都唔得，因為佢膊頭。如果單純派砌落去嘅話咧，直情我呢一個剪咗，然後用呢一個方式懟上去，黐膠水都冇問題，都冇所謂。好，咁樣啦，暫時就剪少，水口都少，磨埋都好啦，都轉身都搞掂。咁相比之下的而且確啲件都少嘅，即係如果你話雖然大家知呢、這個佢結構就相對單純舊少少。好咁樣啦，睇下先，應該有幾粒仔係咪唔用啊？
我 anyway 咯。結論係 XG， 係咪你玩下啦？咁啊做下實驗啊，影玩下影誒整下相色咁啊，都 OK 嘅。好，咁啊，最後睇下 chat room 先。啊，頭先掛住我哋傾偈，我唔記得咗添。馬車生日啦，係咪啊？馬車生日快樂啊！因為其他人講係啊，咁咦？我又發現唔到喎，唔好意思。即係我 data 裏面我見不到係喎，所以我又不敢確定。好，睇埋個 chat room 有咩講先。咁咧就咁啊，貓頭鷹管都係咁，每隻咧就綁喺樹枝上面，成日都係咁。咁樣先，跟住咧。小玲話：細個喺大陸睇老虎，個龍細個嘅屋企個廁所。哎，我就係、是、我去過泰國睇啦。大陸都好似細個都好似去過。咁自從嗰次睇完之後咧，我唔中意睇呢啲，即係尤其是獅子老虎咧，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樣嘅。即係佢怕人，佢驚人，佢俾隔離嗰個叔叔兇。我覺得獅子是不應該被人兇到，好陰功。不過人動物相處啲都係，因為我哋人類就佔領咗大部分的地方，弱肉強食啦，呢個都係都係人類勝出的結果啦。咁啊，弱肉強食，咁啊，人類有高等智能文化的建立，科技各方面的建立。咁啊，佢哋冇咗佢哋嘅地方，咁而佢哋冇咗佢哋地方，咁我哋又要俾翻啲地方佢，咁啊，嗰個喺呢個社會裏邊嘅嗰個就咁啦。不過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即係如果你譬如有啲嗰啲咩保護區嗰啲咧，其實都面對好多問題，即係嗰啲自然保護區嗰啲咁樣咧。大家可以追多啲 Discovery Channel 或者嗰啲資訊嚟睇。咁呢個世界。都好多嘢等住大家去了解。晚上就星期六啫，星期六隻刺猬咧就過咗身，今日火化咗，帶咗翻屋企，咁啊就孭曾就話唔留寵物骨灰，我都傾向係咁。
咁啊誒，大欣就三隻狗骨灰龛都放喺屋企。馬車就唔捨得，咁我就火化完牛啲骨仔，就一直陪住我。係啊，大家嘅選幾小零都係喎，冇打成灰，咁啊啲骨就放喺屋企喎。我就我諗我會我諗我會無悔嘅，咁而呢個都係我嘅出發點嚟嘅。咁我相信嗰啲毛毛同我一齊係幸福嘅，幸福的每一天嚟嘅。咁啊佢哋係無怨恨嘅，雖然成日都叫嘢食。或者等我哋开节目嘅时候，成日喺度喵嗌罐罐，咁但我相信佢哋有系有充分嘅爱嘅，我无悔，佢哋都无悔嘅，咁搦得呢个方向去，咁系咧过佢哋一个猫生，同埋车牌卅一号唔系咁啊就 OK 啦，一见到头先。系啦，咁啊唔好同阿马车上山阿哥，如果唔系佢就会屎噶啦。我嘅重点系咁當然啦，即係未來回憶啊，或者記憶啊咁樣樣，咁呢個你想忘記都唔會忘記啦。咁啊如果你話係咧，呢都係人即係仲喺遺留喺世上嘅人嘅處理嘅問題。我傾向嘅重點咧就係生前重要啲嘅。咁而身后我哋后人点样去咩咧？最紧要就系、是，即系如果系回忆嚟讲，当然最紧要有相啦。不过但系点样都好，最紧要咧都系，哇！小猫猫。就對啲毛毛，長毛人，我啲我屋企嘅貓都非常之愛我，就係今集嘅最終嘅結論啦。咁不知不覺咧，呢一隻咁樣嘅HG 嘅魔蟹咧就完成咗。但系咧，如果睇翻咧，之後上色慢慢玩啦。其實我咧係以前咧係唔堅決唔整 HG 嘅。咁堅決唔整 HG 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是我收埋先。好，今日雕仔啦。咁堅持唔整 HC 嘅原因咧，就係、是、例如咁，其實頭先都見得到少少嘅啦，即係佢比例咧唔靚嘅，其實
好多時候都係個嗰個樣係蠢啲，同有冇上色冇關係。上色就好啲，可以遮，可以一白遮三丑咁樣樣。咁係個視覺上面係冇咁明顯。咁但係咧，其實個比例咧係唔靚。HG 最主要是比例不靚，同埋如果高大嚟講咧，好多時候是樣衰，新嗰啲就好少少，個樣唔會衰。不過佢呢一隻眼咁樣樣咧，就都有啲微妙，都難搞。可能咧要另外自己整，另外自己整係咧參考大魔嗰啲咁樣樣，但係因為佢個 area 都大，或者參考翻 MG 咁樣樣啦，咁但係透明件又難整，參考 MG 咁樣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整翻一個樣俾佢。整翻個隻眼，唔好用呢個方式去表達。好，咁樣樣啦，咁我就差唔多啦。今日啱啱好啦，都好完整啦。今日頭先瞓咗覺，咁所以咧而家都精力充沛啊。好，咁咧睇埋先。咁啊，偉大愛心買車啦，係啊。咁啊，方式咧就係同意咁啊，生嘅人咧就係物咧就重要啲嘅，冇錯。咁樣咧，咁啊，所以咁 mental 上需一定要薄撞嘅，或者係搞生前撞。呢個過多幾十年再諗啦，咁應該仲有好長命嘅，希望咧各位都係咧，各位都係長命百歲啦。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到呢度啦。咁啊，最後咧我哋有請法子，雖然。reboot 咗之後我未試，但係頭先係 OK 嘅，咁啊就好，咁啊就最後啦，睇成唔成功啦。好，我哋有請法子，咁樣就再次感謝大家收聽啦。好，拜拜。睇完節目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